播一个舒服的这样。Hello，我们可以来聊聊天，其实。好久没有开直播了，这应该是疫情后最久的一次吧。因为这几天都在那个做功课，看一些电影啊、影集啊，然后就是写一些，就是自己写一些自己的不专业影评，对，然后写在记事本里面。想看佩玉哦，我来问他一下。哦，大家最近好吗？其实那时候三级警戒一延到7月12的时候，当天是有一点点，就是难受的，因为你知道大家已经关在家里多久来着？关了也有个几天啊。2个月了，对啊，然后就是一直想着说，想要赶快解封啊，然后可以出去做一点自己的事，结果又往后延了。买新脚架吗？没有，我这个是把那个 我把手机叠了几本书这样的，然后把手机放在书上。这样就可以跟我平行，我都直接坐到地上嘞。对啊，这个暑假放好久哦。吉他修得很好啊，给你们看。哦，你们知道这把吉他陪我多久了吗？这把吉他陪我多久了，你们知道吗？很多人都想不到。想听我写的影评哦？算了，我就是。不专业影评，你知道吗？自己写高兴，没有要发布的，我要自己给自己做作业。可以唱歌吗？可以啊，晚一点，晚一点，我们先聊聊天嘛。今天的灯光怎么那么黑哦？你们要我开灯吗？我现在开小夜灯了。我想说播完就直接睡觉了。我已经洗好澡、洗好脸了，什么都好了。对哦，这吉他已经10年了，那是我国中的时候买的。然后国中被家人强迫去学吉他，但那时候自己不喜欢，然后就买了，就一直放着。然后国小买的，然后上国中，国三又被强迫一次上吉他，又买了一把。然后又不喜欢学，然后又放弃了，一直到，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才开始那个自己想要学，然后才自己弹。怎么认识张若楠哦？我们一起拍一个电影，但是还没播，之前在内地拍了一个电影。我已经。很久没有拍戏了，应该有1年了吧？有啊，我看了很多新电影诶。灯光太暗会伤眼睛，可是我这里其实还好，只是可能在里面会有点暗。你们觉得暗吗？你们觉得暗我就开灯啊。为什么不同一把就好？你知道吗？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永远想要换，小时候就永远想要换一些更好的。有什么留言呢？Hello，哎呦，有一位老师快好了，等下可以找他一起上来聊天。有点暗，是不是？好，我开灯，我开灯。会暗吗？你们真的觉得会暗吗？哎，真的会暗吗？不用开灯，我的脸很亮。好，那就这样吧，那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这样很有气氛是，好，你们说的是，那就这样吧。我没有打算，那个暂时没有打算移动身体，因为我有一些零星的工作安排要完成，然后就
老老实实的先就是完成这些工作，对。会什么？有人说会什么？暗暗的可以 focus 哦，谢谢啊。哎呦，我现在开关还没打开，待会就跟大家聊一些屁话，对。哦，然后有些人就会私信我，就会说，哎呀，疫情好无聊啊，在家里啊，然后没事做，闷呐，不快乐，就是推荐给大家一点小小的诀窍，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去做，每天来一点，来一点火花，一天一点点，那每天就会挺好。就会至少开心，不会每天好像都过一样啊，烦闷无聊这样。有跑有差，有啊，当然有跑，当然有差，就至少脸不肿。我有很多未公开的画作啊，只是有些真的太丑了，你知道，发不了。就像我前一篇文章的那个，我公开了一个我画的那个，丑成那样，你说我。那个已经算是还可以理解合理范围内，其他的你说我怎么发，太丑不行，太丑了。我就画画就是你知道吗？画爽的，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画爽的，就没有什么期待，就画开心的，想到什么画什么这样。我跑完是早上的事啊，我晚上喝一点点啊，小小小酌，跟大家聊聊天。我最近的喉咙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点卡卡的。哎呦，好亮！来吧，感觉大家的生活慢慢的都恢复到 正常轨道。我就今天出门跑步的时候，人就比平时多一些些。你们觉得会不会太暗了？你们真的觉得暗的话，我就去开灯。但我是觉得很舒服啊。跑步小心中暑哦。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在大热天跑步，因为大热天跑步呢，流汗流得很快。我可能平常跑2天我就我这去。是来煮饭呐，我来煮饭，我来哇！煮饭，你忽然这样子冲出来，你把我吓一跳。是你的网吧？络是不好，张佩，你的我网跟你络说，是不好。我在厨房，我在厨房煮饭。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你，那你好了，留个言啊，我把你拉上来。那个江佩玉老师10点半还在煮饭，我觉得很夸张了，很夸张，我觉得不合理。会容易晒黑吗？我是一个白肉底，就是白肉底。对，很难晒黑，晒黑一下就白回来，一下就白回来，一下子就白回来。神路，我看到有朋友跟我说神路，神路。10点半，你们平常你们疫情后其实几点睡觉你们疫情后都几点睡觉？我看很多人都凌晨4、5点啊。或者天亮了都还在给我发私信，我想说哇，大家都是熬鹰啊，都不用睡觉。凯凯哦，凯凯应该还在休息吧？这个时间他应该还没睡醒哦。我就是白肉底，差不多。现在应该是要睡觉的时间，应该还在睡觉的时间，对。我在喝什么？我在喝饮料啊。对啊，大家真的不要熬夜熬得太凶狠了。因为熬夜首先很伤皮肤，然后呢，你们有没有觉得熬夜隔天
不管睡再久，脑袋都会糊糊的，就好像开不了机，然后就是糊糊的。我只要熬夜熬太凶，我都会这样。所以我就尽量，差不多也是熬夜，也是2、3点睡觉，只是不会到什么4、5点、5、6点。可我熬夜不长痘痘，我吃甜食啊，然后油腻的东西炸了才会长，熬夜不长痘痘。熬夜会胖吗？熬夜会瘦吧？你不吃宵夜就会瘦吧？不，熬夜会瘦吧？哎呦，Hello，有朋友进来了。熬夜是会瘦的吧？来啊，我们来先聊一点天吧。你们可以问我问题啊，我就回答你们的问题。熬夜会胖吗？我们从来熬夜没胖过而且我这疫情瘦了4公斤，我疯了，好瘦啊！没有，大飞，没有，不是爱线，这是我今天新买的背心，我还新买了一个眼镜我都准备好好展示的。哦，新买的眼镜怎么样？你看我这个都还没湿怎么样，酷吗？熬夜会秃头啊，对，听很多人跟我说熬夜会秃头啊，熬夜会秃头哦。我就是血淋淋的例子。什么时候结婚？哇，结婚哦，结婚这一题呢，对，水瓶变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大罐的喝完了，还没有去买。对，现在能去哪买？没有啊，我网购的东西到了。我订了一些衣服啊、饰品啊，然后就来了。Yes，今天很开心。秃头再见了，去睡了。没有了，你熬一天其实是不会秃头哦，会反光，看不到眼睛是不是？这样呢？OK，这样就看得到眼睛了吧？可是我不能动哦，我没有近视，我已经做那个眼睛镭射了，我镭射了2年多了。为什么房间灯变黑？因为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舒服的聊天，太亮我也太兴奋。背景怎么那么黑？对吧？你们觉得我要开灯吗？你们觉得我要开灯，我就开灯啊。你们觉得我要开灯，我就开灯。可以，可以是要开吗？好，可以开灯，可以开。然后我去开灯，等我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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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头马得啊！这样子哦，哇，这样子一下子就没情调了耶。开灯哦，别开灯是吧？好，我再去把它关掉。大家好难满足哦。我觉得大家都是很难满足的人，我是觉得关灯比较有这种聊天的感觉，你们觉得呢？有，我关掉了，史丹老师，我关掉了，你们觉得呢？我是觉得，哎呦，我把这个眼镜先摘掉。哇，我的天，我这个发型出歹机啊，出歹机。好。哎呦哇，好稀疏啊，我的刘海，哇，只有头跟手臂，是的，小 鹿，我也觉得这样很舒服其实我也很喜欢这样，赞啦，
对啊，关灯就不用太在意发型了，而且我的发际线就会比较看不到。我发现大飞老师跟史丹老师在底下还挺雀跃的。头发用眼睛会不会不舒服？我觉得不会，因为你知道长头发比较好造型，就会比较好造型啦，舒服就好，舒服就好，我还蛮舒服的。我跟你们各位老师说一下，我只是现在没有打扮，没有抓头发，我要把头发抓起来，帅喷众生，告诉你们，大家真的是看我丑丑的太习惯了，对吧？哎呦，看一下老师好了没？哎，鬼故事，我没有鬼故事可以说。我自己很怕鬼故事，也不敢看鬼片。佩玉老师应该还在煮饭，我觉得。警察局的对面，幽味名店。江佩说五分钟，大家等他五分钟。哎呦，我头发这边缺一角，捏一下。哇，我这个头发是真的是出歹机耶！哎，底下有没有发型师可以来我家帮我抓个头发嘞？推荐什么电影哦？我最近又在把以前的一些好看的电影又再看一遍了。因为你知道，电影看第一次跟看第二次是两种。不好意思，大哥，不好意思，刚刚上播的时候吃个东西。看第一次跟第二次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对，第二次会看得更仔细一点。是这样的。山姆老师好，其实我今天开直播是有主题的，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些疫情期间啊，一些生活中的日常啊，然后一些有意思的事。只是我的来宾在煮饭，你知道吗？他肚子饿，我们就要让他吃，不能让他饿到，不能让他饿到。我今天长得不一样，有吗？我是因为瘦了吧？你们前几天看到我都很，前几次开直播我都很水肿啊，笨胖胖的。我从71公斤瘦到现在67，我也不知道怎么瘦的。我每天都吃很多，每一天都吃很多。你们把荧幕开亮一点，就不会只看到一个头了，真的。聊起来，聊起来，为什么瘦了？我也不知道，我就每天都有在运动啊，然后可能吃的东西不够我消耗的，就瘦了。还是趁姜老师还没上来的时候弹一个吉他嘞，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弹一首歌。好亮！今天这个灯光，这个气氛很适合一首歌。你说，如果灯光开亮，会看到很亮的一个头吗？弹吉他啦，不谈恋爱了，弹吉他。你们想听我弹一首歌吗？我觉得这个灯光很适合一首歌，然后我可以测试一下我的新修好的小黑小蓝，对，小蓝。我找个音调夹，等我一下。哎呀，我有埋线吗？我没有埋线哎。但我之前有打肉毒，把咀嚼肌消掉，所以小时候你们都看到我脸这里2块鼓鼓的，现在就没有了，因为我把它消掉了。
你知道我这个人有做医美，我是不会说我没有，有就有，有一说一，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哦，然后我很生气，我还看到有网友骂我，但是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OK，好，来喽 我就唱一段就好，好不好？我很怕我唱一唱，然后呢，就是大家就不看我直播就退出了，觉得我太吵了。骂我说我，骂我说，哎呦，我也不知道，也不是很多人骂，一点点人骂了，骂我说什么这个那个的，我想说。想被我打，那算大人不计小人过。开往山中的马车，太高了，我降个 key。开往山中的马车，堵在哪里？谁记得？城市聚散又离合，你们要听升 key 版吗？没有，我现在留言还在留我刚刚讲的话，不是，就是呢。就有网友骂我，然后我就觉得说，好，你今天骂我有做的事情，或者我的人真的是这样的，那就算了，我就跟你道歉，就跟你对不起。但是呢，你骂的是一些无中生有的事，而且还骂到上升到一些人品的部分，我就会觉得说很过分，因为就不是这样嘛，为什么你要这样说我呢？就会有一点受伤，但是我看完之后还是睡了一个好觉，起来就没事。我只是现在忽然想到想打他。好，唱一个升 key 版的好了。开往山中的马车，开过一条陌生的河，潮湿的枫叶吹着，没破音，就这样，没有，就是我，你们，好，可以找一个老师来了。等一下哦。等他一下，等他一下。没有，我也没有生气。那个，对了，吉他自学。那个，江佩玉的 i 手机要更新啊，他没更新，我不能邀他。我已经跟他说了，好了，对啊，山姆老师，我今天开夜灯，所以我今天比较暗，因为我想说舒服的聊个天，然后聊完睡觉这样。
没事啊。等一下哦，哎呦，你终于来了，江佩玉，我快撑不住了。我他妈在煮饭，一直吹，是怎样啊？怎么样？你煮了什么？要不要分享一下？不需要。啊？慢啊！你滤镜好了没？你的网络是怎么回事呢？我刚跳出去子弹，拜拜。你的网络怎么了？啊？没有，那是滤镜哦。哦。你煮什么？等一下，我找不到那个狗啊。你找不到雪饼，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你不会啊。我刚拍一天，我现在长得很正。啊？你说什么？我说我刚拍一天，我现在长得勉勉强强。你有化妆啊？哎呦，有口红啊，江佩玉，那是天生丽质。哎，那个滤镜掉了，滤镜掉了，你没擦，赶快捡起来。那个 YouTube 也没有滤镜啊，他们一看习惯了。干，没有狗的，发疯了。那狗嘞？知道了，不是花野菜。今天吃什么？而且你为什么？你是不是明显的瘦了、啊？没有，是个滤镜有瘦脸。你疫情期间是不是有瘦了？我一直都很瘦，请你搞清楚会不会讲话的艺术。哦，我意思是，哦哟，你不要再挖坑给我跳了，好不好？吃小口一点，吃小口一点。请问这5000个有人会在乎我吃的大口还是小口吗？问你哦。你吃，干嘛？没有，我就问你，如果7月12号又往后延，你会怎么办？我会出国，没有啊，开玩笑的。怎么样？最近在家里有什么新鲜事吗？我看你房间也弄了，剧也看差不多了，怎么样？是不是憋坏了？就发呆啊。每天日复一日啊，日复一日的发呆是吗？不然就是看抖音啊，看看别的男生，看看别的男生是吗？就是来，我很好奇问你一个问题哦，你看看抖音啊，看到那些帅哥啊，然后这个那个，你是真的会得到疗愈吗？不会啊，那你到底看个屁啊？啊，就滑一滑，他就推荐你就看呢、啊。那你看得到得不到？那你看什么看？嗯，没有，那是跟我无关人啊，无聊看一下。哦，真的想出门。我也想出门啊！我真的很想出门拍影片，很无聊。对啊，我们两个舞蹈式影片到现在都还没拍。我是不会跟你拍的。哎、欸，江佩玉，我跟你讲哦、喔，江佩玉，干嘛？江佩玉。舞蹈式影片我还找了两个神秘嘉宾，很厉害的哦。不需要。我是认真的，想跟你一起录一支舞蹈影片。我是认真的在这个5000个人面前婉拒你。没有，就是我会去你家架着你去的，走走，我们去拍影片这样。佩玉多大？是哪边？年纪的话是二什么叫十哪边？什么？刚二哎呀，十那等一下，我要搞清楚一个地方。佩玉多大？哪边是哪边？很多地方。哦，例如，哎、欸，他们说看你也得不到你啊，同样的心态。不是啊，那，哦，不是，不是，我要说什么？你要我说什么？你要我说什么？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就好像我看你也得不到你一样啊，我这对不个对？吐出来，我刚刚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我要吐部分。是不是就跟我看你得不到你一样，是吧？是，就是。极品就是很难得到的，对不对？听你说你话，读，不好意思，播音，不好意思。嗯。
你干嘛？你又顾着吃东西，怎么样？没有看那个留言啊。我也在看大家留言。他们都说想得到你。没事，大家一起单身都挺好的。欸、对吧？如果我就是这样子，可能 OK。就例如，啊，我不会举例啊，脑子现在不好，算了算了。他可以得到加油好吗？我不喜欢狮子座的，我喜欢水瓶座的。怎样怎样？讲的好像狮子座喜欢你一样啊？干！而且你们知道吗？像我那天不是有在直播的时候吃一个巧克力吗？我跟罗俊硕，还有对，凯凯跟善，我们在直播吃一个巧克力。嗯，那个巧克力电到江佩玉，江佩玉私信我，从来没有。不是我，是我一直跟我说。我要巧克力。我是问你说巧克力什么品牌？那我就说我送给你，是不是我就送了你一大堆？对，我全部，我只留了三分，其他全部给我朋友了。那个是真的很贵，你好好珍惜好吗？他们有在看，他们会好好珍惜的。OK， 我今天为什么特别害羞啊？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前一两个礼拜的时候很频繁的在疫情期间很无聊啊直播什么的，然后呢最近这一个礼拜比较少在直播了，再开我就很紧张，哇，就觉得感觉好像又很陌生了，然后就开始很紧张放不开，紧张稍小，你在紧张稍小，不就做一样的事情吗？有什么好紧张的？就会紧张啊，就会怕很干或什么的。你干嘛、啊？我朋友蜜有说都到我们肚子里了。我说对啊，对啊，都给他们吃。哎、欸，我几乎全部给你们了，我自己都没留几个、欸。我就留三根。江贝，我给你看，我今天买一个新眼镜。嗯，去哪？喂？哦？喂？干，我丢去哪？哎、欸，对不起，我丢去哪？谢谢妹婿人选，他不是妹婿人选。哎、欸，我的眼镜呢？等一下，眼镜比你重要，我找一下。是靠腰。等一下，不见了。我在想特别可爱呢，因为我刚才拍影片的时候，脸上有口红。不见了！哦，找到。小妹，你看，好看吗？怎样？新买的哦。好看吧？我本来想你如果说不好看，我就送你。嗯。哎、欸，但是你是真的一次一次直播，一次一次瘦，好屌。可是我没有做，我真的体重没有差什么。真的、哦。跟上次没差什么，因为这几天我都在吃火锅。你这几天都吃火锅，你在家怎么吃火锅？自己煮、啊？就那个，不是很多人都就是找你发现洞，然后就给你吃的那种。哦，哎、欸，有人找我，啊、可是我就吃那个、啊。哎、欸，上次我在直播说我要吃那个卤肉饭，黄轩礼拜五没消没洗，我朋友隔天，欸、不是隔天前几天给我。不是没消没洗，老板不在了，我怎么给你卤肉饭呢？老板不在，全店是倒了吗？不是，那总要跟老板先说一声嘛。你路人视角去买就可以了。好啊，我明天去买好不好？明天晚上给你送。我已经吃过了，不想再吃了。好吃吗？你觉得？很好吃，它有一个像辣油吗？卤肉饭有辣油吗？没有辣油啊。它有一层橘橘的汁。白痴哦、喔，那是油，就是油而已，乳油。啊，随便，反正那个真的很好吃、啊那。那个叫什么？你知道吗？那叫脂肪。所以我不敢吃太多，我就说吃一碗，我吃掉就好了。哦。下面叫你不要笑，他快晕倒了。你把嘴巴闭起来。我就啊！不要管我。嘴巴缝起来。我开心就想笑，不要吵。我是说江佩不要吵，不是你不要吵，朋友。他讲
杨美玉，你也很久没开直播了，为什么？因为怕大家，我开直播大家只会想看到你，我不敢开了，我要先跟你那个解散。没有，哎，什么叫只想看到我？大家会忘记我是个体。我们是一个团体，什么叫你是一个个体？团体要有团魂，你知道什么团魂吗？你知道团魂是什么吗？江佩玉，不知道。团魂就是你我要在一条船上，一条心，知道吗？懂吗？你有团魂吗？你不要过吃，你有团魂吗？没有。你想那么久，给我回答没有？你真的给我去死！好爽。好，我感觉好像慢慢找回直播状态了。你要，你准备接招了吗？接什么招？就是我要 on fire 了！哇，直接离开啊！哦，蛮好的习惯，只要吃完饭会那个。他很腼腆。不知道卡到音吧？什么？我一直很腼腆吧？嘴巴好痛。其实我平常就很腼腆，我是遇到熟人就会很奔放。所以我是，但我平常是真的很腼腆。我遇到陌生人，我又不敢讲话那种。我跟你们讲，如果有机会，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可能在某一个街道上巧遇，你们就知道我有多腼腆。我朋友说你有遇到你啊，然后你跟他借东西啊。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我借的也很腼腆嘛，怎么样？我想买饮料差10块，我跟路人借10块，怎么了吗？对啊，他就说他借你啊。对啊，我就说不好意思，同学，我少10块，可以借我10块吗？他说哦，好。我就想说，如果我有机会再遇到这个人，我会还给他。但我怎么知道他是你朋友啊？怎么知道世界这么小啊？他就跟我说，哎，刚路上遇到朋友圈跟我借东西。我是真的，我真的是没有在装，没有在 gay 白，我真的这个样子，这个现在的样子，是我跟我好朋友熟人的样子。我真的遇到陌生人不熟的人，我真的怂得像个包子，真的，我就整个人跟木头一样。不可能比我还木，好吧？你算是神木雨桐啊，神木。你干嘛要给我偷放音乐啊？我想听歌。我后来没还，哎，江美，不然你帮我还那10块，我再拿给你。真的不想。我真的就差10块买饮料，我跟你们说，对不对？不要放音乐，大声了。我配乐啊。不用配乐啊，我来配。为什么大你家都要配说不你配？很腼腆啊？我本来就很腼腆啊。我留言怎样？我来放。你知道？你怎么那么娇羞？你是谈恋爱是不是？你先把音乐关掉啦！你谈恋爱了，不然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我本来一直都这样啊，什么谈恋爱？我也很想谈恋爱。你要给我介绍吗？可以啊。Connected。可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有男朋友了，你要介绍谁给我？有那种个性不好的没有啊？啊？等一下，没事。你到底是想跟我吵架吗？今天？我怎么瘦的？我就是在家的话就会吃比较健康一点啊，然后吃太多就会吃那种酵素。酵素有用吗？它不是减肥的那种酵素，它就是让你可以。代谢好一点，然后可以大便那种。可是我原本就在大便，只是吃大餐就想说，谁原本不大便？你告诉我，到底谁原本有一些大便？我朋友很多便秘，便秘，便哦 ，OK。他们叫什么？5天大一次，想说到底是三小？看5天大一次，超惊的。对啊，为什么喜欢水瓶座？因为我喜欢比较好笑的人。我不好笑 ，OK。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我不是一个幽默的人。我不好笑吗？你很好笑。长得好笑不算哦，我是说讲话好笑哦。
不是小吴的酵素，是一个胶囊。五天，你好笑，你超好笑，又帅又好笑。来，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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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要。又帅。好。不要。还有嘞？没有。就两个，我就两个优点。对。两个没了。这个优点就是随便讲讲的形容词。好啊，换我讲你啊！你要听你的优点吗？不要，不要讲，我不想知道。我可以讲十个你的优点哦。不要，不要。什么？我真的还好。哎，底下 Jessica， 什么叫我真的还好？我平常把你们逗得笑呵呵的，你说我真的还好？这个我就要跟你辩论一下。那天我看到你在直播吃那个卤肉饭，下面一致认同，真的很不会形容，一直这样。我想说，到底怎么 rap 是这样？是这样，什么 Ray 你在讲什么？谁会吃一个不停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气音，让我觉得饭好像不好吃。如果我没有吃到，我真的会觉得是难吃的东西。但还好我吃到。跟你讲，一整排私信刷喷，说什么？说我介绍完之后，大家都很想试试看到底有多糊，你知道吗？你懂吗？就是那种你我假设现在这是一碗无食物模拟，假设这是一碗螺饭。粒粒分明啊，好假，划算，没有东西吃，我真的是演不出来啊！算了算了算了，没关系，你现在的表演跟只有吃的那首一样烂。嗯，哎、欸，仔，什么叫我的好笑不太好说？你说说看啊，我的好笑都蛮好笑的吧？等会。张美宇，你知道吗？张美宇，你断线了吗？没有，我在等讲话。从你上次我们直播的时候，你说我都不回私信，只有你回，我就很尽量的看到就回，看到就回，看到看到就回。看。哎，我也没有一直回，因为其实大家 at 的东西都很类似。看到就回，看到就回。我现在我的。信息夹里面都看不到我自己的朋友了，全部都是我回的私信。我会把移到一般啊，不然也真的太多了，我也不会一直回啊，回一半。我后来就移到一般啊，但是除非每天信息我那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我才稍微移到一般。但平常还是放在主要，因为一般没有通知啊。每天密我的我也不会回，绝对。每天密你是干嘛？跟你示好是吗？有些人可能真的会想纯聊天那种，然后又问很多东西，然后就觉得哦好烦哦。跟你网上纯聊天很罗曼蒂克啊，女生一点都不罗曼蒂克。哦，那如果是帅哥呢？帅哥你就秒回是吗？我也不会。糟糕啊，很糟糕，很糟糕，我觉得很糟糕啊。怎么样？啊，看到帅哥就秒回。你密我，我秒回吗？我不算帅哥，不算啊。对啊，怎样？对啊。我说真的帅哥，下面都说没被回过啊，笑死。你们有人来有被回过的，一排刷起来，帮我讲两句好吗？回过两三次，红轩没有半次。先帮我讲两句话，各位有被回过的，帮我刷喷，告诉大家，你看都会回有没有？我的现在最近不能留言，哦，对我把它锁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已经，没有啊，心情好的时候就开啊。比较高冷是吗？没有，我以前也没开，是疫情我才打开的。因为有时候大家在问东西。哦。那疫情哦，我们来切入今天的主题好了。你们看一下下面的没。对不起大家，我检讨，我尽量的回，好不好？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尽量。因为不可能每一次都回来，那个我跟你讲，之前我们直播呢，一下播那个99家，我花了两个小时才看完大家打的字。两个小时你看得完？两个小时其实也看不完。我没有你那么多啦，我就看还看得完。你可能看了五个小时。
我没有你那么多，我花2个小时我都看不完，我就一个一个看，打超多字的，我就一个一个回。而且你知道吗？如果真的太多字，我还会用录音的，我就跟他用念的，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太多字，我就直接用录音回他。一定有人被我用录音回过。然后下面又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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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哦。如果正信这样回我，我也会很开心。什么啊？啊，江佩，切入今天的主题。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像你这么关不住的人呢、啊？你关在家里这么久，你是怎么撑过来的？我怎么撑过来？就日复，就已经2年这样子了，已经不是2个月的问题了。什么意思？你2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吗？没有，我本来就是习惯会一直跟朋友出门出国的那种类型的。我们真的一两三个月就会去一次，这样。可现在就是完全不能离开台湾，就很痛苦。啊，现在还不能离开家，所以更加痛苦。嗯，那你的心情呢？你是怎么样的？就觉得很忧郁啊。你是真的是有忧郁的吗？你是真的有忧郁？就会不开心啊。那你不会想在可能生活里面，例如你是拍影片的 YouTuber， 你不会想在生活里面去做一些疫情的专题吗？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我很不适合，那个是其他 YouTuber 在做的。我又很不像 YouTuber， 我就在拍自己的在干嘛的影片。我跟大众的 YouTuber 真的不太一样。哇，好了，没事，你长得好看，你可爱，你跟别人不一样。傻啊！傻啊！不是不能出门，其实还是可以出门，只是就是可能最近有那种印什么印尼啊印度的病毒。不是不是，像你这么闲，你就可以多回大家私信啊。你就是日常可以跟粉丝多聊天嘛，反正你又没事做。可是我不喜欢跟别人聊天。哎，为什么？啊，他就是不认识的人啊，没有回寒暄或跟我说很喜欢我一遍，我知道了。但是要怎么样聊天很难。怎么样是你回人的标准？你看到一个怎么样的私信你会回？一定会回的话，就绝对是那种什么，就是说他有在看我影片，哪一部影片好笑。我就回他什么谢谢啊，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可是我也没有回什么，就回谢谢他们看而已，这样。然后再来就是问问题，就是有礼貌的人，我一定会回，或可以回的我一定会。然后有些就是可能这个回一下，这个回一下，我就不太会回。就是走心给你发信息的，你一般都会回是吧？走心是什么？用心。就是说用心用心。走心是什么？会啊，会看的，一定会看得到、啊。蛮好的，好想要跟你、骂人的，对，骂人的我也会回。哦，哎、欸，但是骂人的，我就想跟你讨论这个。怎样？骂人的我很纠结，回还不回？因为我有回过几个骂我的，但是我都是用一种。嗯，感化他们的心态是不是？也没有，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伟大，我觉得我谁也不是，我也没有什么什么感化人的能力，我只是想要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觉得我，我就跟他，就我就想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骂我呢？因为我觉得认识我的人基本上很难骂我吧，我不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可我有在骂你，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我惹到你了，好吗？对不起。太好笑了，没有，我说一般时候骂我干嘛，我也不会骂回去了，就像前几天有人反正私信巴巴巴的就骂我，然后那个私信打了大概有200个字吧，然后我就全部看完，你就回他假上优等，没有，我就跟他用一种朋友的方式聊天，我想知道他到底在气什么，就是为什么？首先，我跟你这个人的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骂我？对吧？再来是我从来也没有伤害过你，你干嘛要骂我？你的生活跟我也无关，你干嘛要骂我？我们没有任何的关联，你干嘛没事要来骂我？我就回他，我说不要骂我，我每一个讯息我的人，我第一句都是，好啦，不要骂我啦。总会有人讯息人骂人啊，很少，很少会这样。对，就很气的那种，把我骂喷众生那种。我想说，哇靠，出代机啊！然后我就骂他们，对。其实这些酸民的留言不会影响我的心情啊。
我就想知道到底干嘛要骂我，因为就是我们之间的生活又没有关联，你讨厌我，你自然就不会看我的东西，不会去了解我生活里面在做什么事，我喜欢什么，我这个那个都跟你没有关系，那你没事忽然骂我干嘛？所以我就第一句就是，好了，不要骂我了。但是说毕竟有些人会嫉妒，对啊，他们就觉得你，我觉得会来骂你，就是他们真的过得不好，他们羡慕你才骂你。有些骂我的是女生哎，真假的？真的。那真的是很想骂你。对的。反正他们是帮我骂的，那我觉得 OK。但是我不太在意，就是这种被骂，我只是很好奇，就是这些人骂人的，出发的这个视角是来源于哪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哎、欸，如果以后有人骂我，我已经想好一个影片的企划，你知道吗？我要真的去告他，而且就算他家庭穷困潦倒，我也会告到底，我要把那个钱捐出去。穷困潦倒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私底下和解。不要不要，不行不行，你都那么穷了，还敢网络上乱骂人？可是有些人是这样的啊，就是他，没管他，你敢骂我就告你。是，你可以用一种同理心去想，有些人是没有，我没有同理心，他会来骂你，他就没有同理心了。因为他，不是，他可能有些时候是因为他在生活里面得不到关注，得不到重视，所以他用这样很激烈的言语去攻击你，他能被你看到，所以他其实是透过你作为一个慰藉。然后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就当同情。如果他真的穷，除非他超级炸有钱，那你就把他告喷。但是如果真的是说比较坎坷，我觉得可以理解。看看，我跟你讲，你们如果不想被我告，就去骂黄宏轩，别骂我，我一定告到底。我现在还没出现一个我真的可以告到底的。真的假的？其实不太有人来骂我，因为我真的一定会跟他骂到底，因为我没有做错事，我觉得我站得住脚。对啊，就像，就像我跟你前一阵子不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摩擦吗？我觉得你骂我 OK，别人骂我是傻小，我又没有跟这些有摩擦到在骂屁呀、啊，你这玩屁心。他们替我骂你啊，我很开心。OK。所以我也没有跟他们那个，我就说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已经跟江菲菲道歉了，请你原谅我这样。我到底为什么要他原谅我？双重原谅吗？双重原谅，等等等，这是一句成语吗，大姐？双重原谅。这是四个单纯四个字。红 OK。宣容易心软，没有，其实因为大家在做这种可以让大家看得到的人物已经很久了，如果。前一两年可能真的还会心情不好，后面觉得完全不痛不痒。就我其实我会觉得，你知道我之前啊，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超级真实的例子。有一次我开车，然后呢我去 7-Eleven 买，我很喜欢喝 7-Eleven 的饮料，然后我就下车去买它的珍珠奶茶，我就临停了30秒，然后就有一个警察就过来，然后我爸还在车上哦，然后就开我单，然后我就想说，不好意思，我们车上有人，我只是暂停一下，那可不可以？商量就是，你就让我离开，开这个单，其实就是很伤和气嘛。然后车上也有人，其实我们可以马上走的，你可以先劝导，然后再开我单，不要直接就这样开，感觉不是很舒服。然后那个警察就很凶，很凶我，就说什么啊，你就违规啊，怎么样？开你不爽是不是？超级凶这样。然后我就我没有不开心，你当然开我 OK 啊，我只是想要理解说为什么这个单子。要，就不是说3分钟内可以说劝导吗？为什么你要直接开我？然后我就这个语气，他就很凶这样骂我。后来我爸就生气了，就跟警察两个就有点争执这样。然后那警察也很凶，然后我就说 OK，没事，那我们理亏嘛，我们先违规在先，那我就走了。你们可以到我的 Google 的评论去搜寻，我这个事情都有作证。然后后来我就在那个警察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分局的底下留言，我给他5颗星，我说我给你这个5颗星，我不是认同你的作为，是我希望你至少先学会做人，再出来做事，因为其实我认为我在这30秒内我们并没有犯错，你可以劝导我，你不需要凶我，
可能我先错在先了，但你不需要用这么激烈的语气去抨击我，让我不是很舒服。我就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说，我举这个例子可能会扯有点远，但是我觉得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是我做错事情，就好像酸民，如果说是我做错了一件事情，那你攻击我，你骂我，你数落我，我都觉得 OK， 我接受，因为我先有了这个错误存在，出现了，我先犯了这个错。但是说，如果今天我认为我完全于情于理我都没有犯错，你就不能用你的情绪来影响我。所以在那种很这种时候，我就会去做出回应，但是平常我就还好。直接伤害到我的一整天的心情那种，我就可能他的私信啊，酸民的私信非常的激烈那种，我可能就有那么一点不爽，但是其他时候我都还好。怎么样的私信会让你很不爽？我吗？嗯，我觉得没有欸，这两三年内我完全没有因为别人的私讯不爽过。是吗？真的？那你是为什么会去骂酸民呢？应该是骂酸民，就是跟你吵架的时候。可是我是骂他，我没有不开心啊。好了，那次是我错，我跟你道歉。没有，那时候就有人说什么，觉得因为我平常也会 po 朋友的照片，他们说为什么我可以 po 别人照片，然后为什么你不行？我说干你屁事啊！我 po 别人，别人很开心。黄鸿轩 po 我，我原本就说不行了，所以不要吵。反正他就是很喜欢你。就在讲你，不要乱骂。而且我跟你讲，我骂完他，他还不敢已读我，很胆小。他敢骂我？怎么？你现在是小公主脾气炸裂是吗？你现在是小公主脾气啊？啊？我没有小公主脾气啊，我真心骂他。他有在直播吗？我不知道，我没有追踪他。啊，过了就算了，没什么好生气的。我没有生气啊。你有五十几万？我只是觉得他低能而已。你有五十几万粉丝，来那么一两个酸民，怎么了 ？OK 吧，可以接受啊。那个不是酸民，他就只是搞不清状况。我在教导他人生大道理。蒋妹真的是长大了，都已经开始教导人家人生大道理。少女脾气没有，我真的平常还好哎、欸，因为我比较在乎朋友对我的想法，路人我这个无所谓。是吗？对，他们也不会给我钱。江老师，没有，我真的心态很健康。江慧玉是真的，我认识他这么久，我一直觉得，你知道，人跟人相处，你都能感觉到一个人的能量跟磁场。江慧玉的能量，我什么能量？就是你吸收负能量的人，没有，我觉得你一直很阳光，就是你可能经历不如意或怎么样的，但是你的心理状态一直很阳光。对啊，还可以，也可以，算是一个怎样？讲啊，有种就讲啊！没有，就算是一个好很好的人，这根本不用你讲，我朋友其他人也感受得出来。我们现在一起，我在闯关游戏，但我可以边听他讲。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你到底为什么那么多只手机啊？啊，是两只啊。嗯，两只啊，一只边来拍影片的、啊。哦。配同轩心理配玉是没缺点，我有啊，他说我脾气很差。你这脾气是真的不好，但是其他都很好。而且你们都不知道一件事情，江贝的食量超小，他的食量真的很小，有的很小还可以，就没有比我觉得比很多朋友吃的还少，但是人不可貌相。满满的正能量，没有啊，这不是正能量，这不是正能量。
我在念留言，我谁会说我？怎么可能说你是正能量？没有，我没有在什么心灵鸡汤这个那个，只是说，毕竟这是我开的直播，我就分享一些我自己看事情的角度，对。但我也有一些很畸形的时候了，那些时候我就不会去分享。我觉得分享好的人都是这样。我也分享好的好吗？哦，对，江飞食量真的很小，可是你们没有跟我吃很多次饭。对。你跟 Zen 吗？有啊，我们那时候一起去那个什么来着，那个咖啡厅有烂醉。还有啊，还有去海边，你都吃很少。是哦，我都不知道自己吃很少。吃零食吗？黄浩轩给我巧克力，我有吃啊。那个是营养食品好吗？我那是哦。那个很健康，那全部都是蛋白，那不是脂肪。高粱喝完了吗？想知道什么畸形？畸形那种？就是有些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面相啊，但那个东西就是自己消化掉就好，就没什么好分享。你说你、喔、还是我？嗯？还是你对我？我说我平常。哦，那就好，千万不要告诉我。对啊。来看一下可以邀谁。你会社交恐惧吗？我要看是谁，我大部分都有一点。是吗？你可以邀，反正我边打游戏，我可以边回。我只要不专心在他身上，我就可以跟他聊天。哎呦，邀一个美女好了。女生啊？谁啊？他如果接受，你就会知道；不接受的话，就不会知道。我先喊名字哦。嗯，不行，先喊名字要有压力。你直接邀我也有压力啊！你在玩游戏，你能有什么压力，大姐？你完全没有在走心。我会看留言，对啊，无聊就看一下。但是你一般时候在玩游戏啊？那没差。我有在讲话就好了、嗯。他们问你说是要邀杰西卡，是吗？我有这么好？哎，上来了吗 ？Hello， 仔仔，为什么你今天很漂亮？啊？你今天为什么长得很好？大脸哎 ，Hello。那就是你这个滤镜够猛。还是要看鼠鼻。鼠鼻睡觉了。对啊，哎、欸，我认识鼠鼻的时候他才两岁，现在都八岁了哈，九岁。嗯，八要八岁了，你都37了。什么啦？乱报我的年龄。37。你现在到底几岁？我都忘了，30、31，还是秘密？我要30啦，我也是今年要30。你是今年吗？哦，对，10月哈。嗯。哇，时间过好快哦！对啊，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才18哦，18了吗？还没18，17、18。嗯，你现在都几岁了？我都不记得哎，23。23。对啊。戴一个毛毛，看起来比较阳刚啊。佩瑜现在是不是不敢讲话？我在玩，我在听你们聊天，我在听，我在聆听。你知道女生都会这样，当遇到好看的女生，大家就会开始装，你知道吗？我没有装好吗？我好像没有见过佩瑜，我有点忘了。有吗？应该没有。大名大是怎么来的？这个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大，久仰大。常听你们讲过啊，他们是不是诽谤我？没有啦，没有诽谤，没有诽谤。我刚好看到你上小雅的直播，我就看到你怎么后来下来？上去一下。那最近怎么样？你最近都没出门吗？最近工作应该没那么繁忙了吧？一样都在家，在家办公。嗯。
OK， 希望十二号可以解封，解封我们就大家可以一起吃饭。我已经一开始五月的时候，那时候还觉得哦，好像还可以撑得过。越来越久，越来越久之后就开始有一点点难受。你有吗？我好像有点习惯欸，可能因为我就是也比较宅，对。就是你习惯待在家里，张佩宇也是啊。他，我们有那个冰棒，你知道吗？冰棒那个 Zenly， 啊，在家里三四十天也超屌的。三十天了吗？人间多屌。没有，我每天打开看我妈，就看到张佩宇怎么又在家里。我看一下。我不觉得很难想象，就是解禁之后大家的生活会变怎样吗？感觉解禁之后会有一波报复性消费，你觉得呢？不知道欸，因为毕竟就是有一个方向是，搞不好解禁之后，大家其实都已经这段时间习惯待在家里了。嗯哼，嗯，我那天在那个，就是出去买饭，我顺便就去逛了一圈东区，嗯，就是完全都是没有人，欸，就是还是商家什么的都真的挺辛苦的，都没有。他们他就是还是需要，也算是前线的人了，都辛苦了。你是最辛苦的宅。嗯，还好吧。毕竟你刚经历一个。生日直播对，因为生日直播认识大家，欸，嗯，对啊，直接炸粉欸，我可以当你经纪人帮你接业配吗？九一哦，九一想要接业配啦？什么？没有要接业配啦，可以边转一下兼职。业配要问江佩宇，业配之主。业配要问黄鸿轩，他前几天才发。你前几天都已经两个礼拜前了，大姐。对，变最近应该蛮多业配的啊。就是不也不能全部都接吧。所以你还是就是你一定收到超多的。那也不能全部都接，还是有一些理想跟抱负。在挑，有，对，有人说我接业配会收到离职单，没错，对啊，做一个工作的前置。然后我跟朋友在咖啡厅吃饭，然后我的朋友跟你也认识，然后你就看到我就问我说，哎，有没有兴趣去试个镜？哦，然后对，后来就约你来试镜了。然后后来就认识，试完镜之后，首先先没上，然后就变朋友了，对吧？是蛮奇妙的。对啊，主要是共同朋友啦，主要是因为有共同朋友。对啊。你跟凯一样，就是很喜欢流鼻血哈。嗯，我也习惯这个滤镜。杨佩宇，你也开一个鼻血啊？我很累。他跟你聊到很累。我发现那个直播，就是疫情限定的这个直播，慢慢慢慢，大家开始要结束这件事，你有觉得？对，大家要开始回归正常生活。对啊，就是这个事情差不多。我觉得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应该超级多人都那个作息大乱吧？你的作息呢？我知道江佩瑞是乱的，乱七八糟的。我作息大乱啊，前一阵子大乱啊，所以我最近长超多痘痘的，所以但我最近就是有试着再调回来了。嗯哼，嗯，我每天在演了，我觉得。哇，这很难说，感觉默默的潜移默化。你说，我觉得应该是会就是部分解禁，但不会到就是三。大家吧，免得又突然爆发。对啊，
小心驶得万年船。对呀、啊。其实这个真的，我从来没想过待在家里两个月是什么感觉，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好动的人，基本上每天要运动，嗯、每天这个每天那个。这两个月我、嗯，哇，我感觉性情大变、啊，每天在家里看剧看书，我都感觉快变诗人了。不是还有画画吗？还有画画，还有画，但我画的太丑，画画就不要提，丢脸。对啊，我觉得你画蛮好的、啊。真的假的、啊？对啊，我就乱涂哎，我没有我就是没有框架，然后想到什么涂什么。我觉得现在很好笑的是，这个直播里面你感觉一个就是在称赞，在都在损你的。杨妹啊，我跟。对我比较好，平常对你也蛮好的吧？对，蛮好的。对啊，除了你上次吃的三人，实在是吃的让我……哎、欸，等一下，我跟你讲，上次 Asylum 呢，超多私信跟我说 Asylum， 因为看我这样子吃的很浮夸，看起来超好吃，人家就想知道到底是有多好吃才能这么浮夸，你知道吗？可是你一直本来就这样子、欸。什么？你一直发出奇怪的呻吟声。我没有别的形容词啊，不然怎么样？你哎，江妹妹，你表演一下卤肉饭，你有什么形容词？除了哼吼很夸张哎，粒粒分明滑顺，然后别的不用讲话，用表情就可以了、啊。对，啊、你给我一个。改天有的示范。你有没有？那好。多利多汁饼干，来一个好吃的表情。我没有。你在挖坑，我就让你来演一个。你自己表演不好，别想拉别人。我又不是出来表演的。你知道宅，你懂吗？形容卤肉饭有多难，你知道吗？所以你不用，你话可以少一点啊。你是演员，我不是。我是没有办法用表情去形容它有多好吃。我就要让大家知道，哼，后很夸张哎，这样。你看凯凯自己后来开始。他有控制那个频率。我检讨。对，你检讨一下。检讨一下，下次再有什么卤肉饭之类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可以。有人 at 大飞、欸，大飞有在吗？好久没看到大飞的感觉。对啊，第一次这么久没看到大飞。对啊，哎、欸，在耶、欸！要拉大飞上来吗？把大飞邀上来。行。大飞要上来，江佩就会更尴尬。江佩，你如果尴尬，你随时退出。不会吧？会吗？我最理解的，江、啊。我都在放空，没关系。我说，如果你就是真的很累了，你可以随时。哦、OK。哎呦，哎，我跟你讲，我只是要上来跟你说那个很多可以说，好不好？好，来一个卤肉饭的形容词。卤肉饭，你第一个吃完之后，一定是那个表情一定要先出来嘛？你吃完要，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好吃纸，你知道吗？好吃纸就是你要一直指它，就好吃的东西，你说这个酒好喝，你要一直指它。嗯，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注意去看人家吃饭，然后只要人家发现这个东西好吃，你都会一直指它。不多的东西可以形容。卤肉怎么形容？我想不到，我说滑顺啊。你可以形容它就是有瘦肉有肥肉的部分啊，然后它很大块啊。嗯，很大块，瘦肉肥肉。就代表我们的料很实啊，这样。对，你要说它那个它的一个卤肉饭好吃哦，卤肉跟卤汁很重要。卤汁很重要，因为这个肉呢，它如果用的差劲一点的话，哇，整个肉这个卤肉饭就不行了，不行了，就不对了。这就跟可能你一般去街边吃的一样，但因为他今天这个卤肉饭，他的肉用的是很好的，用的是什么黑牛啊？忘记了，黑猪啊，对，黑猪，黑牛，然后可以说他的那个一个卤肉饭好吃的点是什么？就是吃到最后一粒饭的时候，你都还不会觉得腻。那就是一个完美的卤肉饭。
好 ，OK， 这些我都理解，但是这个只有两个小时，我们要怎么样盯住这两个小时呢？哦，还有别的东西、啊？又不是只有，对啊，他又不是只有卤肉饭。哦，好，而且我跟你讲，你那天让我最爆炸的那个饮料，就是问你在喝什么、嗯，就算你不知道，然后你居然还跟我说我喝不出来，你可以稍微形容一下你喝到的味道啊。哦，那你现在喝到的是什么？什么感觉啊？现在喝到的甜，哦，甘甜会回吗？会回来吗？回甘，就像现泡，在这里，在这里，回来了。哦，回来了，他回来了。对，哦，那就好，那就好。对，那天我有这样讲，我有这样讲。哎呦，对，我有说甘甜回甘甜。滑顺，有，哎、欸，好久没看到大家了，真的，对啊，真的是最久哎、欸，完蛋了，完蛋了，我觉得我们要逼那个疯掉了，历史最久，快了、啊，嗯，你确定吗？嗯大家都是这样希望的吗？靠，哎呦呀，我知道了，江妹，江妹、欸、你好，我是大飞。你好，江妹，江妹，我认真的，你如果尴尬，你随时 OK 哦。那我就先 OK 啊。你好，你好。你说你在跟我说佩瑜还是说我？江佩瑜，说我。因为我跟因为佩瑜他不认识大家，他有那种他内向，对，没有，是因为不是朋友就会比较害羞、欸、听说乱讲。听说佩瑜是那个就是那个网红制造机，对不对？对，小鲜肉的收那个的什么的什么发掘者，对，男神，男神制造机，对，所以我现在跟江佩宇同框的话，哦哇，我竟然很顺的讲江佩宇，我看你直播已经熟到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可以很顺的讲出这个人。如果现在跟你同框，是不是等于我可以加入这个？这网帅的一个团队，你本身就是不用、哦哎呦哇，哇，都是挺会讲话的，哎呦，真的是不错，难怪不会让我平常看到你的直播。那黄宏轩一直烦我，我哎、欸，对了，我听说你们前阵吵架是不是？不是。他发我照片，他在直播上面就说要发我一张照片，我说不能发。如果他发，我就发他摩托车的新闻。他还发我照片，我就发他新闻。我跟你讲啦，这种事床头吵床尾和啦，你们还是要和好了。后来就没事，我们和好了，没事。因为他每天气得和好如初。对啊，现在和好如初。你们和好了，和好就好了啦。对啊，我们很健康，好不好？要邀请我们哦。嗯。啊、因为疫情的期，因为疫情的期间，你就要邀请我们，我也不会去啊。这么迅速，你有钱有收到就可以了，反正我们先结在里。哦，那有收到，那我这样算是南方的那个朋友，对不对？对对对。那我可以骑摩托车进场吗？我可以帮你安排。你干脆当伴郎，骑摩托车进场算了。哎呦。主播主下线、哦，你第一套你就穿摩托车，你穿一身一骑摩托车进装进来了，好不好 ？OK， 我跟你讲，我要去看足球，我不跟你们打哈哈了。你们等一下，等一下，有人说你脖子红红的，我、哦、这是那个刮痧哦。我想疫情你还去采草莓，你算是防疫破口，自己在那边弄成这样啊。我以为疫情你还去就是草莓园采草莓，这样子算是破口，太破口了吧？我真的，而且还弄给大家看，我好破口。你支持哪一队？今天？今天是那个，等一下是西班牙对瑞士，我支持西班牙。西班牙。你有看哦，黄宏轩，你有看哦？微看，不懂，微看。我好几天有看而已。我不懂这个，每天都看到早上啊。我也不敢下，因为我不懂，我就不敢下。欸、我年前有在看。哦、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看。好，那我先看足球了，再见各位。Okay, 拜拜，飞哥。佩宇，再见。那个婚礼记得再跟我们说哈。好的，再见。飞哥会有人气话再揪你一起啊。
好好，再来，拜拜。哎，拜拜。哎，我是大飞哦，哈。不要你，我知道，我有看电视。再次抱歉哦，哈。拜拜拜拜。再见哦，拜拜。这是要发疯。杨佩瑜真的。鼠鼻。鼠鼻，你要把他叫醒。他去地上睡，他太热了。过来。你给大家看一下。哎，他醒了吗？他醒了。还要。喂。他醒了吗？他又要睡了。鼠鼻，你不可以才八岁就活得像个老头一样，鼠鼻。鼠鼻。鼠鼻。鼠鼻，谁叫你啊？他真的每天不知道累什么哎、欸。跟江佩一样啊，江佩每天没事也很累啊。就是因为没事所以很累啊，心累、啊。对了，就是因为没事才很累。大家都这样子啊。对。好哦，差不多了。好呀、啊，拜拜仔。拜拜。高兴认识你。你好，你好，以后有缘见。江佩没。契约哦，记得把它签进和风九路。拜拜，下次见。拜拜。耶、yeah, ，我吃差不多了，刚好到我一再见。差不多可以收尾了。可以喽。收个尾，收个尾，我要去睡觉了。很开心，我刚笑到整个喉咙超干。什么意思？你刚刚真的笑吗？你有发自内心的快乐？我有发自内心的笑啊。你有发自内心的快乐？有，有啊，他们很好笑，你们直播都有看，真的、哦。我觉得啊，他们那时候有时候不是直播上的有些人就会说啊，希望谁下去，我觉得很没礼貌。就是不要这样子。对，因为我就觉得那也是他那个直播组的朋友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每次看他们那样，我都很想留言骂他们，但想算他，不要这样做，对。对，我们倡导大家不要每次都说啊换谁换谁，什么人家要换自己就会换。是的，大飞很有趣的，对，蛮好笑的。大飞好笑，大飞平常更好笑，大飞真的超级幽默的一个人，超级幽默。我越来越自然，我勉强自己自然一点。江妹现在是女 idol， 她现在是偶像，毕竟卡车。以后要出道了，他要稍微包装一下自己。那卡车的事情已经解散了，怎么还在讲？没有没有没有，卡车的事情我一直铭记在心。卡车的事情，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那个台词了。我每天都收到，大家都在提醒我这件事不能忘记。我们要对一干二净，我已经喝了孟婆汤了。开了这个口，我们就要把它做好，就是负责任的表现。可是你开口，我没开。退，记得吗？退。不记得，我就讲不标准。退退退。就杨佩瑜。啊。我们反正我们就是，我们疫情后一定要一起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再来想。我不会跟你跳舞的，我在此对天发誓，我绝对不会跟某天踏进练舞室。你可以不跳。但是你可以稍微的展示一下你的肢体，可以吗？我没有肢体，我残。不会不会，就是练嘛练嘛，什么事情都要练。不要，我不做不会让我自己开心的事情。哦，好吧，既然你说你不会开心，那就算了，我们可以做别的。再想再想。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户头钱给我，我很开心，可以吗？你给我就去练，我就去练，我就去跳舞啊！你给我的账号，我现在转给你啊！你要的真的转，不要这边用打字的。好了，今天早上我早上九点起来跑步，九点跑到十点半，然后一整天这个那个的事情，然后到现在我已经快断线了，我觉得我脑子已经转不过来了，今天反应好。嗯，大家都说你今天很腼腆，是怎么了？我觉得黄宏生他一定
是受了什么人的创伤还是滋润，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大家到底在攻杀小，没有这种滋润，很想要被滋润，很想被滋润。对啊，一起运动，我有点没办法。我这个发型出呆机哦，小妹还是你来我家帮我抓头发。是吗？现在几点？搞笑子，我已经快两个月没踏出过新北市。你看这边，你真快秃头了。很多执法厂商讯息我，真假？真的接、啊？接个屁呀、啊！我真的要执，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他们说是你旁边有别人，所以你不敢太嚣张。我旁边没有别人好吗？你到底哪里有人了、啊？我家就这么一点大，我有人我就不会开直播了。妈的！对啊，你们可以叫他，你可以留，你可以唱歌、啊。我真还蛮恭维，但是我真实在。介绍恁好友，丝丝保肝是我冠军的希望。回流高潮，慢性肝悲，黑营用手机，丝丝保肝。我说，等一下我下线，你可以唱歌给大家听。还是你要听我唱一首给你听、啊？你唱的。你想听什么？我现在没有想听的歌。我把你上次说的那首歌练起来了。什么歌？我看一定不是我说的，一定是观众说的。你又说是我说的。刚才爱你。什么歌啊？不是因为。那歌不是我讲的，是丢高，是观众说的吧？爱上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再一直，一直，一直。下面的一片问号。那个、啊，我真还蛮恭维，但是我真实在。介绍恁好友，丝丝保肝是我冠军的希望。回流靠草蛮新瓜杯，应用波比丝丝保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广告台词不是吗？对啊，我广告台词背超多的、欸。背那干嘛？为什么5000个人现在12点了，然后还不睡觉？大家喜欢你啊！要是我自己播，可能剩700个。怎么会？怎么会？刚我还没来前就好多人了。没有，现在直播这热潮慢慢退去。对，因为现在大，我觉得路上已经大家很正常在上班，有上班就不会熬夜，不会看手机看那么久。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听过《不遗憾》？你边讲我边查。不遗憾，李荣浩的。对啊。前几天谁有唱？我就是我，是吗？是我朋友。我朋友也有唱。没有没有，我超好听，那你们来听听一听。大家已经开始上班了，所以说这个疫情限定的直播差不多要告一段落。就是你知道，从疫情开始到现在，这件事情要结束了。我还有一点点舍不得，舍不得。你知道我这，因为我是因为这次疫情才第一次开直播，然后一开就觉得很快乐，然后也是因为这个直播才过了很多很多一些很无聊的时候，因为跟大家聊天嘛，然后马上要回归正常生活，这个东西就慢慢就不会再有了呀，它就是一个无聊就可以播啊，我没有疫情我会播。我不会啊，你会我不会。但是你们以前不习惯用那个直播。我听给你听，我唱。疫情如果又延期，会继续开吗？你要问黄文轩，你们去每天去敲完黄文轩，黄文轩就会开了。我是想问那饭局妹啊，就随传随到。什么啊？你哪是啊？你爱吃饭，你也不是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好不好？你要不要听看？你吉他都歪手上，你问我要不要听，你要不要直接唱？喜欢被期待的感觉哦，你想听？上面的人都在期待。好，
来，哎、欸，问你哦，这边脸比较好看呢，还是呢，这边脸比较好看？秋年脸有在里面吗？你整个人都出去了。哦，那我来哦。以后路上，知道你会过得有模有样。我不会中途先退场，我要等那一幕。我知道我会哭，也知道我哭是为给你祝福。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今后提起你的姓名，谈笑我也可以想到曾经在一起，争吵欢笑都发自内心。爱情不拘一种定义，等一下找个调啊，找个谱。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但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这一辈子我欠你，如果来生还可能继续，再用尽一生找寻你在哪里。不太熟，不太熟，不过可以吗？还可以呗。你可以去听听看啊，你可以去听听看。我前天有听到，不知道是新歌吗？还是旧歌？算新歌吧，近一年的歌。为什么有人在这直播上面问我照过魏晋吗？笑死！你没有笑？我觉得很好笑。我真的，我有照过，照过三次。哎、欸，我刚刚脸出镜了吗？对啊，你刚整个人在外面的，但我已经懒得管你了。你怎么不提醒我？那、啊、我想说你都在唱了，干嘛打断你？其实我最近还练了很多歌哎。什么歌？你想听什么？你现在随便讲，我就随便去找，直接。我想听一个英文歌。叫什么？叫做 The Most Beautiful。T-H-I-N-G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什么 ？Ting Ting 这是法国话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是 T H E M M O S T 不是 the most 吗 ？The most beautiful beautiful 的音 T H I N G 不是 Ting。对对，下面的那个人打的那个 T U N G 一二一二打的。OK， 我不会。那你就练习。你刚刚自己说什么歌都可以，那现在不行。那我也要心里有旋律，不然我怎么弹啊？我英文就你就现在听一次啊。啊，我唱一首，我推荐一首英文歌给你。可是我现在想尿尿，你可以先练习我。对对对，大家谢谢大家，你们都打得很好，就是你们打的那样，所以我讲得很标准嘛，他们都有答对。我不是英文不好，是因为我小时候就不认真学，所以就不太 OK。但我很想去美国，我是怕我过不了海关那关。你英文蛮好的，我觉得我还好，我韩文比英文好。Yeah, 我觉得是好。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听那首歌，我可不可以先去尿尿？你可以先尿哦。啊。大家稍等一下哦。Save your tear. I saw you dancing in the crowded room. You look so happy when I'm not with you. 在 Save your tear 我超喜欢的。还有什么？趁江佩玉去上厕所，我找个调。
绕口令可以啊，你们现在下面打绕口令，我就直接绕。今天几点下播？应该差不多了吧，在半个小时内一定会下。好恶心哦！什么东西？因为我房间有那个有刚我吃饭的碗。韩文好，英文不好，英文好，韩文不好。没有，我就是韩文也还好，听比较好。韩牛，我是韩牛啊。我很好。我们两个一起去美国，美国不能一起通关，一定要一个一个。我朋友一直找我去啊，然后我觉得我不敢，因为我不敢过海关。为什么不敢？哎，你要跟他讲英文呢。如果他跟我讲英文，我听不懂，我会觉得我内心会比刚才那个一起直播还想死。难调是 C 哦。我很好骗。哎，你听过我很好骗吗？哦，板单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板单长，板单没有板凳宽，这个太简单了啦，有没有别的？他们哦、啊，说想听你的歌啊，你之前写的吧？我写的哦，我害羞啊。我家有个肥劲八斤八斤斤，哎，这个绕口令都太难了啦。一个瘸子牵着驴子，一个驼子拉着车子，一个瞎子抱着孩子。瘸子的驴子撞着驼子的车子，驼子的车子碰到瞎子的孩子，瞎子的打驼子，驼子要打破子。什么、啊？不回来，你不给我绕什么口令？对啊，到底在出什么？杨佩宇，杨佩宇，你唱一首歌嘛？我不唱歌。随便啊，请问我跟你去 KTV， 你有听过我唱歌吗？没有。对啊，那怎么会？可以唱歌啊，可是要唱什么，我都没有头绪。你就去练刚才那首英文歌，然后你再发给我，下次再那个。你现在先听，你就直接唱。屁很当，你真的当我是，你真的当我很厉害。那你真的要加油哎、欸。我真的不厉害，我又不是歌手。我很好骗什么狗？哦，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泪。你听过吗？没有。那我们这次要播到几点，张老师？靠呀，这是我决定的事吗？你才是直播主。看你啊，配合你啊。再一次奇妙能力歌，可以啊。江妹，你还记得《奇妙能力歌》什么吗？我知道，我以前就有听过陈立的。那我弹这首歌，我已经弹第二次了，会不会很腻啊？你看下面想在唱什么、啊？动力火车是什么？动力火车的那首我很好骗，我唱《奇妙能力歌》好了。有人说我们播到两点可以吗？两点可能不行，太久了。两点我那个滑抖音的时间少一个小时。那你滑抖音的时间，你少滑这些奇怪，不，你少滑抖音，好好睡觉，不要天天熬夜熬那么晚。没有啊，不滑我也不会睡觉啊，那我当然滑。你离开，离开你以后，记得爱什么？搅拌可以，但我要找掉搅拌。不敢回看桌，我找得掉、哦。那
们有直播吗？应该不会吧，但 YouTube 上一定都会有观众，所以你们自己去看。流沙，流沙，你不要再讲，他也不会听。我有在听啊。好在睡波，睡波挑战不了，小睡波，因为我睡觉实在是太丑了。你赶快唱啊！大家睡觉。哦。赶快给我找好谱。然后找掉。在他找掉期间，我来看一下留言有什么疑问吗？人家点歌了，他就唱他会的。特意帮他念留言，不是啊，你们都在点歌，没什么好念的，我只念问题而已。这是怎么弹啊 ？T 一二三一二一 ，T 一二三一二一。不懂用这些喜欢的太阳的中文。这个我好难，我没弹过，不会。我可以清唱吗？有位说可以唱《云中月》，哎。那个小鬼的歌，那个王林凯小鬼的歌，不会过吗？那个 Ren 晚安晚安，会不会？好，晚安好了啦，晚安啦，晚安晚安，唱完晚安，可以吗？晚安唱完晚安，可以吗？可以。好，晚安晚安晚安。可是我这一脸是不是很丑啊？那你转另外一边。那你正脸正脸啊，我正脸要背歌词，我背不起来啊。那你先练习啊。闯荡，哦，有了。闯荡入月色，贪恋的交集，在浮于虚词中交映。我直接从副歌开场了。我今天就不知道怎么很紧张，你知道吗？对，你今天大家紧张，我面不自然，我很自然，我现在都已经有点微烫着，你看出来吗？对吗？我就很紧在墙上，哎，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紧张。紧张什么？不知道。太久没播了。对啊，太久没跟他，你就每一天播一次。大家讲话就丧失了这个技能。有，我有跟大家讲话，大家都说我很开心啊。哎、欸，疫情就真的很无聊，我自己也很无聊了。荒唐初月色啊，我知道，我戴个耳机，我直接用耳机录给你们听，我就不会听到自己的声音了，我就不会害羞了。嗯、好好，你赶快去。我知道为什么了。我来看下面留言。呀、yeah!。我希望赶快疫情赶快好，因为是真的快发疯了。我觉得不能跟朋友见面，让我身心灵受伤。好，来喽，江佩宇，你帮我关个静音，因为我会有杂音。我把直接退出啊！我开玩笑，我开玩笑的啦。你真的关静音了？你不要关静音啦，白痴哦！你打开，打开。我的声音你们听得到吗？你打开，你打开，你打开。江佩云，你打开啦！你还没有揍是不是？三小。好。闯荡初月色，闯荡初月色，闯荡闯荡闯闯荡。不走掉。忙碌的声音，漫漫的长夜，去匆匆的留下感情。声色太慌张，你眼神逃避，却如此的令人着迷。为何总留恋这种暧昧的迷离？
曾经多少个牵肠拉扯不舍夜晚，到现在热情褪成陌路的感叹，何必拿真心与寂寞去纠缠啊。几人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惹多情的遐想，却轻易的走散。情意绵绵，终遇见一世间为难，总是不能抵抗你信守的晚安，执迷于你忽远忽近烂桥段，迂回一句晚安，多情的人自找难堪。你是关机了吗？我怎么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啊？对啊，你能感觉我今天有一点害羞吗？嗯，对，所以你是发生什么问题？我请问，就太久没播了，又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要喝酒了。如果说那么害羞的话，那你现在可以喝了。我这是德国硬果冻。所以你刚不是跑去喝酒了，怎么没喝？没有，后来没喝。为何？嗯？为何？因为呢，就没喝啊，家里没酒了。现在外送很方便 ，Peter。哦，小贾斯汀 Peaches Peaches， 他的留言真坏。怎么？没有，刚才说留言好像坏掉。看到我就还是绝对不可能他吕布，你们只要看看他的眼光，不可能看到我会害羞的。我现在捋我的头发。先要去练那首歌，再来说。我们家住很远，江佩玉跟我家住超远。对，我搭计程车去那边也要400-500吧，30，应该500块。应该500哦。生日？什么生日？对 ，The Most Beautiful， 那怎么念 ？Sing 吗 ？Think。对。Sing。Think. 你就练这首歌就可以了。好。龙，对啊，黄轩可能背景太黑了，他好像 key 上去的。没有，我今天就是想来个舒服播，你知道吗？不想开太亮，因为我这样也舒服。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怎么样，反正我挺舒服的。2027的时空旅人，哎，你知道吗？我知道。但是我有看新闻说是假的啊，我也觉得是假的。新闻有说他们在做社会实验，可以找红轩画画。可以啊，你们如果愿意教我画的话，可以啊。谁可以教你？不知道，我一般都是自己乱涂乱画。哎，我真的很黑吗，江佩玉？对啊，你就那边很暗沉，你也像一颗头踢上去。真的假的？可是我自己看我自己还好哎。我怎么知道会这样？那不然等我一下哦。这样呢？我特效有瘦脸吗？应该我不知道，应该有点。这样是更像踢上去的。还好。这样比较好吗？红轩可以做手杖，还好啊，可以啊。红轩感觉很累。洪轩有看你，洪轩有看你的婚礼了吗？必须要看的呀、啊。哦，他真的很，那女生真的很漂亮。我跟小张老师是很好的朋友哎、欸。我知道，我看你艾特他，他是我觉得。上次我就说我想要拉你一起跟他一起连线，就是说他呀、啊。你是想让我死一死算了吧你？你们一样好看啊。不一样的好看，但是都好看、啊。他们在我旁边，我这个我会直接离线。他真的太漂亮了，我真的觉得他是
因为以我的审美，因为它有点偏空灵系。你也是空灵系啊？在我心里是排很前面的。你是空空系？我没有去过他家、欸，我也没，我没有去过喝酒。好。我没有看起来很累，我是天生就长一副那种死人一样。如果我没有大笑的话，就会看起来很疲倦。嗯，很烦吧？到现在是演到7月12吗？12啊，12。Oh my god！ 还有9天、10天，你去把吉他练一练了。我没有吉他。我买给你。喂，我跟你讲，我有弹过，可是因为我没办法比酒，你知道吗？所以我没办法按那个弦。你知道这样子按？我也比不了酒啊，为什么比酒啊？反正我是压那个的时候，我压不到。我有玩过。为什么要比酒才能弹吉他？不用啊。就是因为手指不灵活，那边就不可以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哪有这么一说？你妈你自己讲。洪轩觉得感觉很累，没有，他就是没喝酒，因为他今天都在害羞什么狗。我今天太不是我其实今天不是害羞，我今天太早起来了，我9点起来，然后跑步，你知道运动消耗很多能量，下午我要健身，然后我9点起床，2点睡觉，再也没睡过，消耗太多体力了，就让我就是一直感觉很困，但是我很想跟大家聊天，我没有那个啦。没有到很累，就是你让他们看起来你很疲倦，想下线。没有，误会。有人说我的喉结好尖，对啊，我不就说我喉结很大。我有在看留言，我一直在看留言啊。他长进了，因为他是被我骂瞎子。对，我被骂完之后，我都有改进，就开始有在看留言。会想去美国吗？欸、对啦，江佩，我才要讲，我觉得我今天跑步有点跑到中暑了，导致我一天都很困，因为我戴口罩。然后你知道今天有多热吗？我跑了一个半小时。为什么要跑步？我每天都会跑步啊，早上或晚上跑不一样，但是我。不一定，但是我都会跑啊。那不要跑就不会中暑啊。那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我要坚持，我想坚持的事情，你给我管，想被我扁对不对？你又不跟我一起跑。我是哎、欸，跑步我觉得没办法。啊？他们想听你自创曲啦。你要听哦？你要听吗，江佩宇？是楼下人想听。我还有一首没有公开过的。我可以唱给你们听，但我不太想听上次那一首了。今天真的很热，我已经大概30天没有出去看外面的太阳，我就不知道。要我一起跑，我真没办法。佩玉，黄轩送你生日礼物没？我送了。江佩玉，你现在收到的包裹有几袋？你自己讲。2袋。三袋啦。三袋吧，没有啊，就2袋啊。白痴哦，3袋啦。哪有，就只有2个。3个，2个衣服的，1个吃的。没有，只有1个衣服的。哎，没有啊，我寄3袋给你。哎，我真的只有收2袋，一袋就是巧克力啊。一袋在那边，我还没打开。那你到时候拆开来看，如果里面是不止一件衣服，那就对了。他妈，那你是记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毛病？你怎么样？你很棒。我，你知道我为了你的这个包裹在 Seven Eleven 搞了多久吗？你知道现在科技很发达，那手机按一按去 Seven 按一下就可以逼出来了吗？我不知道。我不懂，我一个一个打上去，江佩玉8888，电话8888，一个打上去，到黄小轩8888，这个那个，一个一个自己打上去的。他们说会被记错，你会吗？啊？我不知道哎、欸，记错也不知道怎么办，反正他最后会收到，因为一定会退去他那边。我现在开箱吗？
因为我原本想，因为我原本在拍开箱影片，想说把它融入在里面，所以我一直没有打开。那你开好，你拍到时候再拍好。对 啊我就差一张卡片给你。我那时候一直想写个卡片，但是我实在是太懒了。我想要你懂，你懂的。我想要你一定懂我。现在才不行啊！你们到时候就知道，应该大家也看过啊。现在开，这包裹离我很遥远，我不知道在哪。他家太大，有钱人啊 ，so rich。啊，我真的没有你们有钱呢，我赚的钱真的是你们零头。放你个屁！哎，我绝对没有比你有钱，我户头拿出来看了。把我们两个户头钱交换。我们聊点别的行吗？可以啊。我说我户头钱交换啊，你又不跟我换。赚钱有什么用？赚钱也没有你那两个耳朵，你有乳牛耳朵哎。Shut up！ 我会准备礼物给红轩吗？我不会。我本来就不太会送人家礼物的人，我通常都送蛋糕。你五月二十二号生日，我送你礼物。我八月十四号生日，你不理我。我五月二十二号哪有送礼物？我不是补送你了吗？靠呀！你那有跟我讲，你直播现在讲哪事啊？我真的本来就不是送礼物的 style， 我都是送蛋糕比较多。你是一个什么 style？ 你告诉我。哎，你生日的时候办 KTV 是谁买蛋糕的？连续两年都是我买的。然后第三年缺席啊！你还敢讲？那是我在台湾吧？你在。你只是跟我说你就是不去，哦，好像是，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不太想去，因为他那边人很复杂，你知道吗？我觉得，然后我只有我一个人，我就不太喜欢去的地方。乱讲话，不是复杂，人比较多种，是很多人。对。我从小到大的朋友全部都来了。红轩是送礼物时代吗？我就是我送心意的。我觉得礼物大家其实什么都不缺，除非送车送房子、啊。那你要说生活东西，衣服、裤子、鞋子、袜子、鞋子，不，这个那个的，其实大家基本上都不缺。我觉得大家缺的就是一个心意嘛，所以我送礼物比较走心。没有，因为东西的话，大家想买的话，自己都会买。对啊。自创曲复杂是有谁？那就他的朋友，然后就全是男的，大部分。对啊，然后我朋友真的很喜欢一直叫声交朋友，然后全部人就会一直注目在那边，然后我觉得很可怕，我不敢再去那边。没事啊，没有复杂，我都知道是谁，但我就不认识。对啊。张佩瑜是他的词汇就这么一点点，人很多他不会说很多，他就是复杂，他就没有咒。你昨天死掉了吗？失恋的自创。解封有人说以为，哎，张佩瑜有人在下面留言以为我生日都是女的，你帮我讲两句话好不好？生日什么时候女的？哎，我前天有翻到你生日的大合照，哎。都是男的吧，除了你一个女的。女生没有，一两个，但我都知道是谁的那一种。对。哎，好可爱啊。对。我说那个啊，因为我前天真的在整理那个硬碟，然后我就有翻到那个我们的合照，我说大合照。他生日都是男的啦。算他的女性朋友也众多。我还有在玩滑板吗？我三个滑板都放在我的北京的家里，没带回来。然后疫情也玩不了，所以我最近都没玩滑板。有机会以后板场有开，大家板场见啊！我也还在学，我也还在学习。我也想滑，可是我怕那个会断掉，就算了。然后你在笑什么？没有，我在看，我在找那个我们的合照，然后又看到别人照片，我觉得很好笑。
你不要在那边乱秀图片啦。为什么不行吗？很丑啊。不会啊，就真的，你看全男的，就我一个在这边，后面一个女生而已。全部都是男生啊。对啊。我的眉毛是真的，生下来就长这样，而且我还有修比较淡一点，不然我眉毛跟蜡笔小新一样。我这边都有修，不然我这边眉毛到这，这边到这，只有空一点点而已，但我有修开。对。什么北京的家是什么意思？没有，我北京的家你不是有去过门口？是小苹果吗？不是啊，喜瑞都啊。小苹果，那时候确实是小苹果。那是比较远的，离公司近的。对，那时候就是因为洪轩他住了我朋友家旁边，几五分钟吧，所以我们才一起去那个万里长城。我身高183，两位怎么样？我们聊到一点，再聊十分钟，说晚安吗？可以，再聊十分钟就唱你一首你的自创曲，我们就跟大家说声再见。今天他状况不好，我们就出发抖音。不是状况不好，我今天太累了，你知道吗？就是早上真的把自己的体力就是消耗殆尽。那你还开什么直播？我就想说假日跟大家同乐啊，干嘛？不行。现在假日吗？礼拜六了，真的过了不知道哪一天了。对啊，同乐。我人生已经没有一到日这件事情了。同乐。凯凯185吧，我觉得凯凯，凯凯说他183而已，他比我高哎、欸，我实测183，我体检183。去万里长城，洪顺一直背吗？哪有？哎、欸，我还把他那种我走阶梯，他还是要扶我那种浪漫情言暖男行为剪进去，但是扶不动啊，因为那个坡太陡了，扶不动，所以我真的很累。我以为就是一下就到了，那但竟然还要爬。有点疲倦。我有介绍男朋友给佩玉啊，那时候凯凯有上来连线，佩玉害羞的跟什么一样，不把握机会。没有，哎、欸，我不认识我就很尴尬了。凯凯比我高，他大概有185，但他都说183，就像我183，我说我181一样。因为我有时候会驼背，我就算驼背的身高，这样人家才不会说，哎、欸，就是对，走蛮久，对啊，身高顶天，我觉得187的话很完美。187，我还想长到188，有梦最美，真的。很好啊。真的是有梦最美。私下你们有联络吗？谁啊？有。是我们。我私下常。要给江佩玉，我平常无聊的时候就找打电话给他，然后聊两句。解封有什么安排？我解封有一些工作安排在准备要执行，就是要开始回到本业了。大家都可能都以为我变成直播主了，你知道吗？你是啊，正兴是，对，对。他们都想念你跟柯震东直播了。等他睡醒了，他应该两三点都在睡醒了。那天看到他那个直播外面的风景，我真的是羡慕不已。我带你去啊。走啊，你敢去，我敢去啊。那我工作怎么办？推掉啊！哎、欸，生命比较重要，好不好？因为打疫苗才比较不会。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谚语，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什么爱情价更高啊？不然不是吗？这个谚语不是这样讲，谚语。爱情价更高是什么？价值呢？我不知道。价值更高啊。哦，价值更高。笑死。太阳很大。对啊，没有。你知道我最近睡姿太丑了，我的左肩膀有点拉伤，我一直在拍它。美景真的棒呆了，
我若去的话，我应该会身心灵大解脱。但是因为我不会英文，不然我也是蛮想，朋友一直只有我去。你会点 hamburger 啊？ hamburger 应该 OK 啊。还有 hot dog。可以。有吗？有吗？有，我又没去过。你说老板，我要一个汉堡加一个可乐，英文。Hamburger and cola one one。他听得懂就好了。好 okay. 先从头开始，你先打招呼 ，Hi， 我要汉堡跟可乐，好，这样。I want hamburger one cola one。还有嘞，你还没 OK 了。应该还有 hot dog。Hot dog one and， 还有 French fry Andy， 还有薯条，薯条我不会，还有雪碧啊 ，so so b， 雪碧什么？我不会，雪碧好，算了，你会点汉堡就好了，汉堡就好，汉堡就够吃了，其他都不重要。我还。干你你啊！等一下，我叫好脏了。等一下，哎、欸，去哪儿？哪里？那个后面。等一下，直播到一半去打蟑螂，这是认真的吗？啊啊、你是认真的吗，张美女？你打？哎，跑进去了。跑去哪里？床底下。干，还有张头、啊，怎么办？打死了吗？打死了吗？没死、啊、我中了脖子。怎么办？没关系，他已经就是，哦，死了，死了吗？啊、没死，跑去床底下了。好悲啊！那怎么办？干，他好大只，好吓一跳。为什么会？那你哥会帮你打他吗？不会啊，就让他在房间，没差，反正我不怕。我不会怕他经过，但是我刚刚打死他，一直冲我，吓到。那 他可能睡觉接吻哦？怎么可能啊？就睡觉睡到一半，他就跑到你脸旁边这样亲你一下，这样。我刚刚给你们看了一个蟑螂的，哇，巨大只哎、欸！啊，好痛！他有刚撞到桌子。我刚拿卫生纸去打，然后他飞走了没？他冲进去了。他飞走啊？飞起来吗？没有，他就是。这样子他跑很快，他只有点会飞的那种感觉。哦，我扭到脖子了，很硬哎、欸。没关系，他昨天已经出现过，昨天我们没抓到，明天再。你家里地址给我。啊？你家里地址给我，我帮你叫杀虫剂。哎、欸，杀虫剂，我家里有附近有福肯打。哦，不需要我帮你叫。我去你家帮忙打。没，他现在睡出床下了，因为我敢打，只是他现在飞进去床底下，我就打。因为我超怕，我超级怕蟑螂，什么都可以出现，就蟑螂不行。然后举我妹，房子要跑手吗？我不会跑手，才刚改造完。啊、好痛哦！我是怕不怕蟑螂，我敢打，但是他乱窜，所以我这蟑螂，这蟑螂真的很过分。江佩就已经没有脖子了，你们还去让他脖子受伤？哎、欸，我真的扭到哎、欸！江佩就已经脖子很有限了，嗯，蟑螂还让江佩的脖子，他都有看清楚这么长一串，哇，好长的脖子哦！没有，我刚刚这里面只有室内拖，我不敢用我的拖鞋打他。你看我的，看我的，看我的，输了吗？很大。那时候凯凯家有蟑螂，凯凯在我们的群组私信说有没有人可以来家里救他，说他家里有蟑螂，他不敢睡觉，没有人敢去，疯了。啊，都死了，什么好怕的？蟑螂跟恐龙一样恐怖，一样。你又没遇过恐龙？你怎么知道没遇过？你他妈比我小都没遇过，你怎么遇过？你算不算啊？不是，开玩笑，对不起，约法三章，对不起，对不起。大家那一段帮我检举起来。对不起，约法三章过了，这是我失言，掌嘴。对不起大家。你要长就给我长到整个脸烂掉，对不对？哦。啊，好痛哦。大飞也怕蟑螂，大飞也怕。可
哎，江佩玉，你可以 hold 住这个现场吗？我想去上个厕所。可以啊。好。又要被骂了，骂什么？哦，我真的扭到了，我刚刚哦撞到两下。我被删掉，就是我对那种什么身材或什么那种玩笑，我真的完全不在意。我比较在意别人真实的惹怒我，我不会在意那种开玩笑的。哦，好痛哦！我刚应该打快一点的，就是因为直播的，还有没有专心的看那只蟑螂，我真要气死了。没有，我怕吃蟑螂又会死在我房间，所以我想说，这样。Hello， 看我要有没有想是怎样？你觉得蟑螂比较怕你，还是你比较怕蟑螂？但是他比较怕我。不错，好的回答。我变瘦一点点。蟑螂会瘦很多哎、欸，我真的。你根本没看我本来就知道瘦很多。我光看荧幕我就知道你的雪饼越来越小了，你的雪饼这样子。我拿远一点就很小，你看小不小？好，再远一点，再远一点，再远一点。我手机上最长了。你架在书桌上啊？就很不方便哈，现在还要烦那个蟑螂。我看。哎呀！韩妞啊，根本就是韩妞啊 ！Shut up, you！ 哎、欸，你用一整串 shut up， 然后讲一段英文，我听。Shut up, you! Fuck you！ 没了。Shut up, you! Fuck you！ 挺好的，我觉得很标准，我觉得是已经可以去美国了。你说我跟海关那样讲吗？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Shut up, you fuck you。”可是我朋友说，海关其实如果看你不会英文，应该正常还是会放你走，除非你看起来太像全面卖身体的。好，不用有这层担心，张佩宇。对，我有我的人格保证，不要有这层顾虑，你就安心的去吧，好吗？安心。他们就说女生比较容易被留下来，就觉得哦你在那边卖。放心的出境好吗，张佩宇？放心，绝对的放心，好吗？怎样？吗？完全的放心，不要有这一层顾虑存在。我那边顾虑是我朋友跟我讲的，我就说，他说女生通常自己去，人家会被人去那边卖。我就说，可是我不会英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是去卖，你就跟他讲啊。他如果问你是要去那里卖，说卖个屁啊，我是去卖肉粽，是不是？好笑吗？那个笑。我说我去卖肉粽，然后你陪我卖，这样。啊、哦，脖子好痛。因为毕竟你是比较婀娜多姿的，就是有的时候会被误会，但是我去就没事了。嗯，懂吗？对啊，没事。如果我们一起去，我会保护你的。你只要把钱给我就好，你不用保护我。钱给你，你也会花。我会花钱给你。你这个拿起来付钱了事的东西。Hamburger One、Hot Dog One、Coca-Cola One 这样子就。这样，你每天就这样 ，Hamburger One、Hot Dog One。他们有图片呢、啊。你要去一个地方，你要怎么跟司机说？就手机打开的地方，给他看图片 ，Go Go 啊。Go Go 这样，哎 ，Go Go Go Go。就去这呵呵呵 ，Go Here Here。Here Here。Yes， 基本的生存能力，我还是活得下来的。可以啊。挺好的。哎、欸，江佩宇，有人说惨，我这里也出现蟑螂。哎、欸，我刚才应该先用直播给大家看那个蟑螂的模样，我就下去打了。刚太怕它会飞走了。那你用什么打蟑螂？拖鞋？卫生纸啊。乌龟怕铁锤，蟑螂怕什么？佩宇。蟑螂怕拖鞋。想看佩宇的美国 Vlog。我如果跟你讲，去的话，你如果去美国 vlog 已经超好笑，我帮你出机票钱，你收一分我一半。你靠，哎、欸，我 YouTube 钱很少，分你真的赚不回来。你这一部影片10万能看，大概才2000多块台币而已。不无小补啊。
可是哇，2000多块是非常少哎、欸，很少。我今天去澎湖就要先花3000-4000，我拍那影片我就直接打平而已，就根本不会赚钱。哦，所以你可以投资我，因为我是划算的、欸，我赚到了机票，而且有分你一半，然后你可能只能到可能1-2万，但我可以获得7-8万的机票钱。你疯了！现在机票基本要7万。对哦，收7-8万啊，我用7-8万赚你的2万。2万哪来2万？啊，我盈利啊，盈利大概对分一人2万这样子啊。我拍多付一点，我拍多付一点，应该可以分你1-2万。我是各位朋友们，我是不是交错朋友了？你自己说要帮我出的，哎，但刚刚请问有人没听到黄先生帮我出美国机票吗？我去定了，大家。但是我帮你出，我又不去。那没差，我有去到就好了。被帮你出你去啊，你回来盈利分我一半。可以啊，可以啊，机票不算了，我只会分你美国的盈利。哎呀，那我真的超赚，因为美国就再怎么拍，应该也只有1-2万。对，哎，你要想，我帮你出机票钱，来回机票而已，你要自己付酒店，你要自己付吃喝拉撒睡。就没差，至少我去，我心灵好了，然后可能疫苗 maybe 也打了，然后就开开心心的，我觉得非常值得。你爽就好，你要跟我说。你先转过来，我在看我要不要买啊。我转给你，然后你不去，然后这钱干嘛拿去买火锅是吗？你管我怎么运用，划算是不是？不是、啊，我给你这一笔预算是为了让你去拍 vlog， 然后你把它拿来买火锅。我没有拿来买火锅，你怎么知道我会去买火锅？可能买一个新的鞋子、衣服之类的。然后我现在看你直播，然后哎，特别你还没去美国？没有，你看我这身衣服都是你送我的。你想被我揍是不是？好，不赚了。YouTube 真的一定要，我觉得一定要那种流量很高，那每一步都40-50万的才会赚。我这种小他是不会赚钱的、哦。我真的认真拍一个月才1-2万块而已。真的、哦？真的、啊？那你怎么生活？我有卖东西啊，然后有时候接业配啊，不然我就拍 YouTube 我真的吃土哎，还能坐那边跟你聊天，我现在都在那边打工了。我刚刚这一串对话下来，我发现我们动力卡车要改名，我们改成动力火锅好了。太神奇！因为我发现我给你的机票钱，你只想吃火锅。没有，我真的要去啊！如果有人冒出，我一定会去、欸。我就是觉得太贵了，然后英文又不 OK。贵的不是机票，机票都不是大问题，贵的是你住在那里的生活费跟你的住宿费，你疯了！不要每天去吃 hamburger 就好了。你不是 hamburger， 你要是 grass 是吗？我也是什么？草啊！啊？草。哦。草地的草，你要吃草是不是？就是可以带台湾的泡面去吃啊。每天吃泡面，你才在减肥，你回来整个人变胖嘟嘟的。因为现在只是脸看起来尖的，也没瘦到哪里去。脸看起来就火锅手起，大家那笔钱会拿去买机票，我不会去买火锅。他如果真的愿意给我，我真的会去。我跟你讲，他如果拿去买火锅，他应该会。本节目由黄鸿轩赞助播出。你会帮我冠名吗？我会帮你冠名。本节目由黄鸿轩赞助机票播出。成交，账号拿来。我现在念给你听，那个007。007。哎、欸，我怕我现在爆出来，我户头里面不止7万，我可以来回飞40次。你飞完美国，然后再飞去德国、西班牙、法国，然后再去瑞士一圈，我再回来。007。不行啦，靠腰。妈的！哎、欸，其实我觉得大家心态都很好，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不能去什么什么之类的。不是超 man， 有人说我留言什么超 man， 不是，是因为我知道江贝不快乐。我觉得如果说这一笔给他，然后让他去，然后我还可以冠名，一举两得，对吧？如果拥有这7万，我现在命有朋友帮我订。哎、欸，我如果去的话，我真的很开心、欸。哎，我是很想去，但我不敢去的点真的是因为钱跟英文。没有，我觉得你不能去的点是因为动力火锅要出道，你要好好练舞。欸，会不会确诊回来啊？动力火锅。哎、欸，现在是全世界，连台湾都很危险，好不好？不是只有外国而已。动力火锅。Shut up！ 解散了。
有钱本来就可以去，为什么要被骂？对啊，是的。不要聊这个，不要聊这个。怎样？我要念留言。聊一聊火锅的事啊。疫情期间，你有没有吃出什么新的？没有。没有吗？对。牛妹，牛妹，我跟你讲啊，这世界上没有人比我对你更好，真的。怎么可能？我很多朋友对我很好啊。嗯，他们是好在日常，我是好在你需要的时候，懂吗？你说飞机票吗？那你真的人很好哎、欸。哭给我看啊！哎、欸，我现在如果可以两分钟内哭出来的话，你真的转，你当场现在转给我。欸、你把滤镜关掉，我看。我当场，你把滤镜关掉。可以吗？可以吗？你把滤镜关掉。两分钟我真的哭得出来。哎、欸，你不知道我超会哭的吗？我那个流泪的。真的假的？啊？真的是超会哭吗？真的超会哭的啊！我可以听一首歌30秒就哭了。你们不能听歌，如果不听歌呢？不听歌的话，你不要搞笑。我两分钟应该哭得出来。你看着我的脸，你哭得出来吗？你把雪饼先关掉，关掉你的雪饼。没有人想看雪饼哭。把你的雪饼关掉啊！你们酝酿屁情绪啊！把你的雪饼给我关掉！王八蛋！我在酝酿，你们在讲雪饼的事情可以吗？你把你的雪饼关掉。我要看原图哭，谁要看雪饼哭啊？你雪饼哭，谁让你哭啊？雪饼，我会在他快这样一滴下还没到雪饼前的先给你看。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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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雪饼，我要你 natural， 我要你 natural， 我要看到眼泪。眼泪是快。哈？快？你快什么快？哦、oh, ，cry！ 你真的是哇，你这个真的，你要去美国，我很担心的。我很担心你的生活起居啊！我会请朋友照顾，我不会自己去。哎、欸，你先把雪饼关掉，没有人想看雪饼哭，真的。等一下，我现在很想尿尿，你哭不出来。哎、欸，你不会换一面哭吗？哭不出来，你又不给我眼泪，不可能眼泪哭不出来就去尿尿去厕所哭吧？不可能吧？那我不要雪饼，你不要这样子含情脉脉看着我，请你把你的雪饼拿掉哭。快点，你把你背景音乐也关掉，没有这些东西。我又没开背景音乐。那你把你的雪饼关掉。我还没准备好两分钟。等你准备好都他妈的凌晨4点了。快是哭，眼泪是。You look so happy when I'm not with you.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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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欸、你不可以睁开眼睛干眼然后流眼泪，这样不算。我没有睁开眼睛啊。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想哪个男人甩了你？告诉我，帮你扁他。告诉我，小妹妹，你不可能想是正性吧？那你真的想太多了。干嘛、啊？这什么东西？哎、欸，看到没有？这算个屁哭啊！谁要这么哭啊？智障！哎、欸，第一次就赚了7万呢、啊啊啊！张浩南啊！哎、欸，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刚把那个滤镜看，留在这边了。太感人了，机票啊！来啊！现在直接转，很厉害吧？我就20分出场。发出转账通知了，自己去看一眼。我看一下。大家，哎、欸，大家，你知道黄小朵没水准吗？他密我说去死。大家有没有刚有没有看到？我都流泪流出来，但他却没转钱给我。你要给我账号啊！你白痴啊！我等一下再私下给你。看得到眼泪了，哎、欸，是不是？是不是？
有财力的男人，黄轩呢、啊？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就是装的，你知道吗？装的。哇，你哭完直接打哈欠了、啊，好屌！可以再哭一次啊。我眼睛很漂亮哎、欸，蛮大的哦。你有更大的地方你要露给大家看吗？胸部啊。我没有。你是想只是想当僵尸啊？我没有，我刚刚都没想到胸部哎、欸，完全。你就想我这样讲。哎、欸，我一秒钟都没想过胸部，一秒都没。好，那就好。我刚刚想的是，你讲来我怎么很大？你讲，我刚刚想的是大腿，然后你，然后我本来想说最大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我本来想就是开个玩笑说大腿，然后你就直接把胸部讲到我他妈的水直接喷出来，这也是事实，没什么好害羞的。所以人称童颜巨乳，没有说错啊。还可以咯，对，长得又好看，身材又好，难得。嗯，4000年美女啊，对，4000年一见。洪轩急忙澄清，我就听他这边清啊。我讲的是真的，我没有说错。他开心就好，他开心就好。越描越黑，我刚刚眼泪在滴水，他好像眼睛很干。你刚，我想知道你刚刚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不可以讲。刚刚不行，你可以形容一下，是想到类似什么事情导致你哭？我想一个我以前喜欢的男生，学生时期，好几年前。然后他伤害你？没有伤害我，他后来跟我一个朋友在一起，好悲惨哦。没有很无聊的事情了，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无聊可以哭下，所以就乱拿出来使用。很多人问我怎么认识张若楠，没有啊，我们就之前在大陆一起拍一个电影认识的，但没上。好好哦，我以后可以，你我以后可以当你助理吗？我可以在旁边帮你拍拍照、端端水吗？干嘛？以毒屁呀、啊？嗯，我说已读屁呀、啊，没有，我觉得你啊，我觉得你很可爱。没有，大家他刚拒绝我，我告诉他当他注意，他不回，他直接线上已。我 OK， 我很愿意，但我不知道我请不请得起你啊！你这么高薪助理，我请得起吗？怎么会？我月薪30000就。你有见过助理的粉丝人数比本人还多了吗？当我那个都是可以抛开一切的，好吗？我只要还可以好好过生活就可以了。OK， 我不适合当经纪人，我适合当拍照小助理。你可以帮我拍帅帅吗？可能可以，就是帅喷众生那种吗？唉，可以吗？可能可以吧。我要帅喷众生那种，就是这种的。那都是浮云。可以吗？可以可以，你开心就好了。你可以帮我拍出这种等级的吗？他说：“是不是你知道我在想以前男生不开心？他不会因为这不开心。这个是我那种10年前的故事，大家就是很久远的破事情。”我没有这么心胸狭隘，我不是一个爱吃醋的各位老师。这个也不干他的事啊，笑死。我真的不是一个爱吃醋的人。是吗？哎、欸、这个不是酒哦，这是水哦，水倒进来，水。我没有喝酒哦。我觉得你可以唱一首歌了，一点。你可以唱你的自创曲完结篇了。好。我可以去上个厕所，你可以想办法找你的。好，洪轩精神下线，颜值在线。
我今天水肿吗？我一开始播的时候没肿，现在有一点，现在准备睡觉就有一点。你在看蟑螂有没有跑出来了？哇，打嗝。嘴巴鼓鼓的，对啊，我睡前都会这样，我睡前都会有习惯性的水肿。等江贝回来唱完这首歌，那我们就大家晚安啦。哎，是癌症落发，应该是吸地的，谢谢。什么东西？又要跟我姐讲话？你还有姐姐？你不只有一个哥哥？有啊。我只是因为都在诅咒他，所以就没不常他出现。好，那我来喽。你听到我声音吗？可以吗？喂，喂，你干嘛？你是那个吗？听得到。我这样唱，你听得到吗？坐在。开往家的五本上，路过好多高楼大厦，这世界这么多人，我要上哪儿去找你呀？这么多年下来，我才开始慢慢明白，出社会想谈个恋爱好难，我用真心待你，但不执着于你，活在缘分中，而非关系里，喜欢生活的记忆，喜欢有人一起旅行，喜欢睡醒眼前有你。你是谁？你在哪里？你是关静音了吗？那我再把第二段唱完，好吧？匆匆忙忙的选择感情，再匆忙结束关系，熟识的恋爱算爱吗？为什么要这样？美好都需要等待，不是说来就来，把自己准备好了再放手去爱。有点走音。我用真心待你，但不执着于你，活在缘分中，而非关系里，喜欢生活的惬意，喜欢有人一起旅行，喜欢睡醒眼前有你。你是谁？你是谁？你在哪里？好，就这样。今天没有开场，不过将就听。还有，你不要关静音啦。怎么了？很好听哎、欸。真的假的？有啊，我在听。我觉得我声音干干的，今天你不觉得吗？你可能少忘记喝酒了吧。这是什么歌？这是我自己写的歌，我自己。你知道，就像我写影评啊、画画啊这些东西，都
不是一个专业人士去出发，我就是作为一个自己的视角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就这样而已。大家不要太认真。小美，你有听过另外一首吗？有一首歌我有那个我自己最喜欢的，但我到现在都不敢弹，我就即便现在唱我也不敢弹出来，唱给你听，自己写的。请抓住我，不要放手，我不想陷入这个无尽的黑洞。每当我怀疑世界安全感被掏空，我变得不再像我。为什么长大之后有心事没人说，一个人好难受。这个我现在弹钢琴再唱一次，重来。你家有钢琴哦？有，新装了一个电子琴，但是我在买那个录音设备。重来，之后再好好的再来一次。你不用练，至少你去练那个你去练刚刚我送的英文那首歌。哦，欸，我写了很多，将近十首歌，欸。我说叫你练刚刚那个英文那一首，啊，你问我想听啊，你不唱你自己唱就这样。怎么？没事。来。依春带着说过每个人的心里。再一次，依春带着说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把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但总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到火。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带着是一个人，他说过一句话，叫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把火，路过的人呢，只能看到烟，但总有人会看到火。然后我就把它写成我的歌。西村带着说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把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但总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到火。我最后把钢琴弹出来给你听。还有很多。总有那么一个人懂你。对啊，就是那首歌是呼吁，就是感觉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好像心里都有那一块想被了解的地方，但是理解的人有限。我就觉得说，很多人就像你的表象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路过了你的 Instagram， 他们可以看到你营造出来的这样阳光、可爱、活泼、积极的样子。我没有营造，但是我本来就这样子。对 对, 對，但是很少会真正的去往你的就是你需要被理解的地方去琢磨，大家只喜欢看表现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心里的东西愿意理解的人很少。对，我就说才写这个，我现在太累了，语言的逻辑不是很好，你就将就的听。太累就是赶快睡觉，一点十分睡觉了，可以。我以为今天聊个半小时，你有理解过聊一点是怎样？跟你就是无话不谈呢、啊。我真的就是饭局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就像酸民，就像讨厌你的或者不愿意理解你的人，大家就是看你的表面，然后用他们的感觉去抨击、去评论。但是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觉得你要对一件事情一个人做出评论之前，你要深刻的足够的了解他，他真的是有某些地方值得你去骂他，你才去骂他，不能就是莫名其妙。就像为什么莫名其妙骂你，为什么莫名其妙骂我，神经病。没有，那我也会莫名其妙骂他。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我没有跟他们见识啊，我只觉得他，因为他们好像会觉得，他们可能骂我们，我们也不敢讲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觉得他们欠骂，所以才无了想骂。可是，就是不会受伤，我觉得我们不是不太会受伤，会觉得啊，怎么又有这种奇怪的？但是就算了，但是无了想骂他。但是你要想，你有这个粉丝量，你能接这个业配，你能这样，你能那样，难免会有一些不如意嘛，就是要一些人去，对不对？可还好，我真的没有什么太不如意。平常因为我平常就是在过自己的生活，我没有干嘛，不太会有人来骂我。对啊，公众人物就是。我不是公众人物，我是路人甲乙丙丁。你是路人甲乙丙胖丁。大家请帮我，等一下你们一下线就帮我到。哦，剩 IG 按检举。不如意，不不离不。检举起来，检举起来，检举起来。路人甲乙丙胖丁，可以吗？我这个气死，常直播。是，都黄龙轩会播了，他会时不时又要叫江老师，我就会到时候再来哈。反正现在疫情还有10天，大家不用太担心。OK， 这10天应该还会再播个一次吧，一两次。Kelly 说：“真的是过自己的生活，真的。”对啊。哎呦，那些骂人的人真的到底在想什么呢？为什么要造口业呢？他们不知道造口业是有业障的吗？对啊。对啊，就是干嘛这样子做呢？到底要播几点？被红色可爱。最后1:15关掉，1:15没关。我姓江。OK。对，1:15一定关掉，不然我姓江。姓江没有不好。挺好听的，只是说就是要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就是说我要说到做到。疫情后也想看，应该疫情后应该很难吧？他们都有真的很自己要做的事情要做。希望疫情可以跟他们发文呢。我跟你们说，现在趁着人少，我要自己臭美一下。我影像跟照片真的丑，大家有机会看看我真人好吗？对，要不要你帮我作证？我是不是照片跟这个影片都拍起来都没有真人的那个？你要听实话吗？他会很伤人吗？没有，他本人比较好看。对啊。我自己心里有数，他照片我就常常拍起来就觉得莫名其妙。对，靠，怎样？然后 Kelly 我在念 Kelly 的留言，很好笑。Kelly 说要确定，哎 ，Kelly 你是不是要确定？是吧？我真的是好笑，因为我很少对一件事情非常有底气，我对自己。真人这件事情还是蛮有底气的，虽然说可能会被呛喷，但是就是真人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因为真的高，我觉得高的男生就是比较加分，就是一眼望去。嗯哼，哎，谢谢底下有个 HUANG 底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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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看过我真人，我很开心，谢谢。所以证明我没有说看过你真人，然后怎样？照片 P 太大，我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 P 好吗？哎、欸，我照片 P 比较大，我修照片真的修超久，大大上妆。我跟你讲，我一张照片5到10分钟，大概有8分钟都在调颜色，因为我对颜色就是有问题，你知道吗？我对颜色有障碍，所以我颜色要调超久，我脸根本就没怎么修。我10分钟有8分钟都在帮我修瘦，另外2分钟在调色。而且我修图是把自己修的稍微胖一点，因为我拍起来太瘦了。凡尔赛先生，凡尔赛什么？就是自己很好，然后还夸自己不好，那个真是。没有，这有一说一啊。他们都说真的本人超好看，
你以后就去举办那个见面会啊。哪有资格啊，见面个屁啊，先有作品再见面。 你有啊，动力啊，是单飞啊。你说我的动力直接没有火锅变成动力是不是？对啊。单飞个屁啊，没有火锅就没有灵魂了。斯曼男他真的不像斯曼男。我是阳光肌肉男。大家都看过。你算蛮好遇的吧，只要走在东区上面都遇得到你。我们走在东区。咱们剩一分钟了，大家再见。这么敷衍的再见。大家再见，大家晚安，大家小心，爱大家，啾咪。对吧？再多一点，再多一点。你会自己讲哦，我讲完的话你。没有啊，大家喜欢看你哦。没有，大家就喜欢看你，大家觉得你帅，你好看，你腿长，身高高，会唱歌，暖男。戴毛毛好看，小的软糖也好看，大肌肉，黑色背心，健身健到不行，可以了吗？完了吗？讲完了吗？没了没了，啊，没了没了就好，没了就好。我很怕你又继续讲，我要躲起来。好，1:15了，各位老师 ，Sayonara。杨佩，你亲镜头一下，跟大家接个吻吧。怎么了？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丢稿？荧幕初吻啊，荧幕初吻。拜拜！你赶快关，你要姓江了，已经超过15了。10, 9, 8, 7, 6, 5, 4, 3, 2, 1，新年快乐！大家拜拜。